标签的回来，新的灰色，很多哎、欸，很多人在咬，期待、欸、很舒服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大家，我跟大家讲哦，今天留言如果你们这刷不够多的话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哦。今天你们一定要给我嗨起来，今天晚上是超漂亮的。你是说嗨？那你们先去割两个烤龙杯喝啊啦，要不要？对，先每个人先去喝一瓶啤酒这样。没关系啊，他可能因为我刚按而已呢。哦好。对啊，每个人先去喝两口。对你们。喝两口啦，他带领的铁砂被捆了，喝两口嗨起来，喝两口好就睡着了。然后今天有皮短裤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波板娘很优秀，尺寸都帮你们量好了，没关系啦。然后再来太空棉的短裤、欸，我问一下，我标题有打好吗？有，帮我刷有。是那款短裤到底？等一下，如果有人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喊单，怎么加单什么的，你们就是帮小姐姐打说。标题点进去，有人会说，哎、欸，我是新朋友，怎么接账？哎、欸，那你有预告说今天是我加你啦？这不用预告，不是啊，我们今天播礼拜二呢，有啦，其实有预告。哦，好，这不用预告，想你怎么可能？对，等一下我跟你们说，有马库，好，马库回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今天死定了。等一下死什么死定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今天然后太空棉的短裤帮你们做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，今天大家你来，你准备买爆的帮我刷，准备好了。你已经准备好买爆的来帮我全部刷，准备好了，赶快哦！准备好了，没有标题，哈？真的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可是我有按呢。有嘞，爸爸说有标题呢，阿冰姐在我。不是，他们是说下拉有没有？哎，真的没有哎。还是再一次，没有就算了，再一次，还是我标题打太长了。好，那我对，那我再打一次，我再打一次哦。吼，来，那我们等下再一次。奇怪，那我不要打那么长。脸书的朋友帮我们先做一下公开分享好不好，赶快帮我们分享一下哦，帮我们脸书要怎么继续开下去，赶快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，脸书的朋友。我标题好像真的打太长，好哦，最后一次，标题太长不行你啦，我觉得啦，不是还是今天如果真的都没有，就是坏掉了。再没有就放弃。我刚是打太长了。来，谢谢大家啦！欸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今天东西真的很漂亮。先给大家看有几款 DM 啊哈，来。这款 DM 的，光是 DM 哦，光是 DM 的哦，来，噔噔，好，来 DM 的，然后上线了，他那个 Google 表单没办法，邀他嘞，阿斌可以，我邀他，然后他就是说要什么，你是说石头那边刷存取吗？对啊，那我邀，我已经用。你把它加进来，就快是不行。要存取，它是从信箱点过去，点不开是不是？我直接传那个网址给他，然后我也把它加进来那个表。阿斌，你过来，你用我手机试试看。你觉得会是这个关系吗？
它是 M 开头的。等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。你试试看用我的，可以吗？这个嘛，对啊，2023。好，你他现在有在里面吗？有啊，我刚加一个 M 开头的，你瞧一下，这个，嗯，这个是我刚加的，对啊，我已经把它加进来，还是要，没有，我是编辑者，嗯，然后就我跳一下，这样，然后。哎，我传这个链接给他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啊！对，正常是可以啦。对。但那不用。Hello。对，它是拼接哦，它是拼接，就是每一款都不一样。哎，今天很厉害哦！好，今天很强哦！今天你们准备了哦！今天大家的荷包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来，我问一下大家哦，今天会破产，你们还要看的话，帮我打药。今天会破产，啊不，我们就要。可是也不一定抢得到哎，也不一定会破产哎。也不，有时候有些东西是限量，对不对？对，也不一定买得到，所以没关系，不一定破产哦，不一定破产。然后我们的那个太空棉背心的话，先来给大家，就是等一下开在前面。然后我的数量最后，我们之前都是可能有500-600件太空棉背心，今天只有30件，然后最后一批，这批完的话，我们可能之后就是考虑不一定会做，可能会做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哈，要哦。Open， 我跟你说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不要问，不一定怎样。我看他说什么？不一定，他们说今天是年前最后一个不还娘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哦，你们要珍惜啦，对不对？你们要珍惜啦，我是认真啦。不一定，对，哎、啊，有喜欢就买，就那么简单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就这样子。好、哦，身上一色吗？对，第一他们家、他们家基本上都是做白色比较多 啊，有时候有黑色，可是厂商回来基本上都是黑白色，白色，白色，那舒不舒服？超舒服。那大家有想要先 DM 的话，你们帮我看一下，跟你们讲，先讲一下有什么好了。来，太空棉的短裤，我跟你们说哦，要太空棉的短裤帮我刷，要，我们等一下全部都会一起卖。而且，短裤做到2XL。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真的做到2XL，有2XL的市场哦，所以。如果你们真的很爱破板娘家的东西，帮我珍惜一下，真的帮我珍惜一下，因为再来我年后会休息，可是不知道休多久啦。对，所以如果很喜欢我家的，比如 DM 啊，比如柠檬树大衣啊，比如下摆皮标啊，比如制定款啊，比如太空棉啊，来全部刷起来，棉花糖需要，超级需要，要太空棉短裤刷，要不然我们没有开一标，我说真的，没有来。先不要花那么多力气哦，对哦，我叫爸爸把便当拿进来了。对，我要提醒你，我今天吃白米饭。我们今天就是默默做，默默报价，这样好不好？来，今天我跟你们说，大家今天真的是会烧哦，很烧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然后这个等一下我觉得可以放在第二标了吧？嗯，韩国绒的，韩国，而且我们的韩国绒都是厚棒的哦。其实外面现在有些，因为我其实是五分薄的呢，有我有，是多薄？五分铺蛮多的，薄度哦。比这种还要薄哎、欸，比这种还要薄。但是我的肌肉都是有厚度的呢。对，都是外面有蛮多薄的。啊，但是材质摸起来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比较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就有差蛮多，质、感差蛮多的。来，小姐好正哦、喔，啊，不然嘞，嘿呀、啊。小姐手上的哦，这超好看的哦，这个，另外一个颜色在这里。哦，好，这个。好，这个，好好看哦、喔，这个是韩国。对，我们今天不要，我先讲一下，我们今天不要花太多力气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会，有点累。对，因为这东西有点厉害，对，好不好？不能放，好，没关系啊。我跟你们讲，反正哈、喔，看到喜欢的就买。你们是看喜欢的衣服买，又不是看板娘的脸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也是啦，因为他的衣服真的材质很好。公会上面不
归啊。没有，因为他们说什么叫那个什么不能没有板娘这样子，我怕他们二月会难过啊。等一下，不是重点是我也不是靠脸吃饭啊，不是的，我这张嘴呢。他们就是想要跟着你嘛，我是靠我的手艺呢。好，破板娘看你跟小姐姐直播很困难，什么意思？你是 很难得看到还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很困难是什么意思？不能没有板娘真心话。哎、欸，你们今天留言帮我们刷起来，让我们不要播那么累，我们就可以就是给大家多。对，因为他其实也很累啦。对，我们就可以多介绍一些。你们今天挺不挺小姐姐？挺，帮我刷挺，挺帮我刷挺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留言，我要我问什么，你们就是刷起来，我就是让我们不要那么累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今天真的很多很好看的东西，韩国人厚棒的，然后还有 Lemon Tree 的大衣，然后 DM 那么多款，哦 DM 的都很漂亮，都是这个图我跟板娘有一起选过，哦有一起选过，是不是真的都很漂亮？对，你们今天如果说你们是就是喜欢看小姐姐跟板娘的话，就是你们今天帮忙我们一下。我问什么回什么，但我们不要播的那么累，不要哎弄很出力什么的，这样好不好？刚我们直播很伤心，那没关系啊，随缘呐，好不好？随缘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挺好好。那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制定款短裤用太空棉的话，有买到这块布的话，那就知道了，很舒服的。那这块布去做的，剩下门边角角的一小块而已哦。然后还有什么马裤也到了，然后还有身上的太空棉裤也有，然后韩国龙，然后这个标标标，这个标标标标标新色，对，新标标标标标回购标标。你帮我拿着，你帮我拿着，然后再来。然后制定款你们要回购的话，今天绿色有。我问一下，有在外面箱子，绿色我们要到一批。我跟你讲，白色我外面全部完售。然后等一下我们有这一个，等一下还会再开标。我就外面的箱子，我真的没有去后面报哦，真的是外面箱子哦。然后等一下那个什么，我们的那个他买正韩的那个样板，我们今天有刚好他有穿过来，我们等一下给大家比较一下。然后再来韩国的样子，来镜头抓回来，来羊绒大衣，来漂亮刷漂亮。但我跟你们说，它真的有羊毛成分哦。等一下我们会仔细跟你们讲。对，它真的有羊毛成分哦。吼，来，你买给他深情告白，你带你把钱赔出来，带都要念不死你啊！你好真性情哦。对啊，跟等下再深情告白了。不要告白了，不要告白了。钱拿出来比较实在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穿漂亮比较实在。来，有没有韩国龙？来，这个也是韩国龙，这件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很美耶。来，这件超好看的，有没有？而且它的领子好漂亮。今天口袋破洞，今天可能姐姐口袋也要破洞。然后这个叫什么泡泡的？我今天起码买五六款以上。来，你不要买了，人家都已经买不到了，你还买？你们今天要抢哦，今天数量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你卖过里面都是刷毛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它是宝宝龙哦，你们发现它不一样？它刷宝宝龙哎，好特别哦！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它的宝宝龙不会很厚哦，它就是刷这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卖刷毛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是刷宝宝龙的，银狐龙那种。哦，对了，银狐龙啊，银狐龙，银狐龙。然后再来有这一个，我跟你们说，啊，好好看哦，这一个四个色，四个色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我们不要废话了，质感真的很好哎，而且还是做皮标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都直接放在这边，我不会烫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烫哦，完全没有烫哦，超屌的。好，完蛋了，你们有没有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们看哦，还有一个棒球外套。哎，你们先帮我刷加一，一整排加一先刷起来，狂刷瀑布。新朋友怎么购买？那边应该有写的。那个，大家现在开始了，我们边给大家看款，你们一停加一一停，我们就不给大家看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但是不行，不行。不行，加一我们就收掉，可以吗？单看这样子就要破产了。哎，如果用看的破产的话，来，你说他，你刚刚讲怎样？就是按板娘的风格。新朋友，我跟大家讲一下结账方式跟喊单。对，哎，谢谢 Fish， 我超需要你的。今天如果有人问这句话，你们就是帮我打字，我就不用说，哎，还要回。对，现货 Hanna， 没错，现货 Hanna。哎，今天脸书要购买，然后先分享哦，快点，不然我们脸书要倒台了呢。欧北公会，真的。哎，我们请小帮手也是要钱的，赶快你们帮忙分享一下，对，帮忙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来，真的啦，来哦。哎，板娘他们继续刷加一，赶快继续给他们看，继续给他们看。还有什么？这个人口棒啊，韩国龙的，哦，好看哦，我自己都快要疯掉了。哦哟，韩国龙的，哦哟哦哟，而且它是很有磅数的哦。韩国龙是韩国。我们的韩国龙是杭州的货，好，然后再来哦，哦好多哦，看不完呢。哦，羊毛大衣，然后还有这种，哦，这个，哇，
好像可以买哦，这种。有一个大 T 你喜欢？有个大 T 我喜欢。你喜欢？你先帮我看，有你喜欢的。我找一下哦。你相信我，你喜欢的。我喜欢哦。嘿嘿。等一下哦，这个你喜欢太软了，这个老板的用是他吗？快，他磅数超好的哎，太空棉的，而且你们大家看一下磅数，哎，大家我跟你们讲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讲，我去五分埔的心得，这个货我跟大家讲，很贵，来，等一下再介绍，来，然后再来，哎，那个衣架那个杆子有那种快要爆掉的感觉哦，那你要卖光就不会赚啦，好好，赶快卖，我们赶快卖，好，那个我要补过去了，对，没有。空气棉的洋装，好，很喘了，下播。你们家有停吗？停下来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了，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要开卖？现在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给大家抢破一波，抢标一波，好，先给大家抢标一波。来，新朋友先帮我点一下关注哈，今天款式太厉害了，准备哦。来，你们大家先什么？先刷。大家想要什么东西？先刷，谢谢 Fish， 谢谢你们帮忙哈。有背心吗？有。你们先刷，想要什么？想要什么先？这个浪上 DM 的材质哦，你们看拉开的磅数，哇、哦，好好哦，好舒服哦。DM 的外流款哦，超舒服的哇。我们的，然后它是后面拼接衬衫哦，很挺哦，很好看。背心、大衣、韩国绒、宝宝绒，对啊，太空棉短裤，接二叉 L 宝贝，太空棉短裤帮大家做到二叉 L 哦，哈，笑脸图羊绒外套，春装也可以，没有春装，来，然后韩国绒洋装，灰色中间立体的太空棉，灰色哦，哦，我知道那一件哈，羊绒大衣，哎，那羊绒大衣有点，不错哦，哼，我没黄色呢。我没黄色呢，我去搭一整套，要不要？短裤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太空棉背心，你的羊毛大衣有没有？来，你的靴子又没带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不起我家？阿斌，我这边有留靴子吗？就那个短靴啊。就那个短靴呢？是长，你要长靴还是短靴？长的没有，对不对？都没再带。短靴有。短靴留在这边已经三年了。太屁啦，你搬过来才多久？来。羊绒大衣很多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了。来，太空棉背心碗，然后我们准备羊绒大衣。太空棉背心碗，哎，羊绒大衣价位的话，你们那个不是很便宜的哦。它真的是高的。因为我的那个太空棉背心在这里。那，哎，姑娘，你是配一套的呀，还是你要直接穿短袖的、啊？可是你会不会？羊毛大衣位置要认真讲，但是位置才会保暖。那个是厂商讲的。那你要不要那个？你要不要去搭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以套一下，我去搭。好。你要换这个。好，那你套给他们看。我没差啦。我先给你们看哦，但是你们等一下要听我跟姐姐讲完羊绒大衣架杠的，真正是羊绒哦。哎，架杠的哦。它90%其他架杠的羊绒，然后你够看到，伊内底拢无看有滚边线。哦，它的车工很好。它车工真的非常好，真的车工非常好。但我要跟你们说，你们羊绒大衣尽量帮我穿长袖。因为它就真的有90%的羊绒成分，我跟你讲，羊绒基本上大部分拢会穿。你们小姐姐，我们之前真这是真的，而且你们知道1万2万的羊毛也会哦，都会正寒的都会。然后这种叫做手工羊绒大衣，手工。但是我现在我跟你们讲啊，因为我穿在身上，我已经不在乎，只是我要搭给你们看。这个预算要有3000哦，预算要有2-3千块哦，先跟大家讲。还有你们收到货都是穿长袖长啊，帮我穿长袖，因为只要你穿一件毛衣，再穿一件韩国啊，穿一件羊绒，真的会烧。羊毛，真的会烧。而且我要跟你们说哦，先跟你们说，真的90%羊绒，90%羊绒。我跟你讲不舒服，我直接跟你讲不舒服。羊绒的东西你穿在身上。90%只要是有羊毛成分，多少都会是。反正就是配备数量也很少，没有。但是我就要跟你们说，如果对，我要讲就是买它的颜色搭黑色也很好看，然后我要叫你穿它的颜色搭白色也很好看。好，那你就是我觉得没有挑，去穿白对不对？好吧，你去穿黑，我去穿白。你去穿，我去穿黑，你去穿白。还是，我觉得它不用太空棉背心，因为它有这个领口。没有啦，我要直接开标了呢。这个等一下你搭了留着别的卖。可是他们很想要。啊，我们把它卖掉，我们就穿这个。好，我先开一标给他們。我们让它走入历史。没有啦，那我先去点库存，在这里好不好？来，我跟大家讲哦哈，来白色，说错了，来奶茶色，还有我的灰色，哈，奶茶色还有我的灰色，质感非常的好哦，哈，质感非常的好，来。
这个数量少少，我们直接开一标，太空棉背心制定款，外面买不到的哦，来买一件可以穿很久不起球哈、哦。来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编号是01T 哦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A B C D， 好 T 反正是 T。01T 哦哈，零一 T 哈，太空棉被是百搭神器哦，搭长版搭短版都可以很好看的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标，有灰还有奶茶，有灰还有奶茶两个颜色，胸宽63，长度61，胸宽63，长度61。来，零一 T 要的直接刷来499加一，499。来，啊，杯奶茶20件，啊，灰色怎样？灰色4，没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灰色完售，灰色完售。灰色4件而已的，来零一 T 哦，499，没有黑了。来，这两个是完售就完售了，就已经卖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我们这个只开来灰色完售了4件而已，灰色完售4件而已，4件。来，灰色没了，灰色没了，灰色没了。来，奶茶直接加奶茶的话，我们最后倒数30秒，我先收单，因为这个我们要留着搭其他东西的。来，我们收单奶茶。我跟你讲，他舍不得卖掉，真的舍不得卖掉。来，那我先放旁边，等一下搭。那我就直接来介绍这个啦。我就直接穿这个也可以、啊。你身上的人家也有在等啊？有吗？有。人家问说一个色吗？哦，是哦。哎、欸，来，那我跟你们说哦，你们自己看哦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样好不好看？三色，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很好看？来，灰色没了，快改奶茶，但是也先不要加了，因为那个谁啊，那个姐姐要留着。对，20件而已，你们自己注意一下。来，我问一下大家哦，吼，来。欸、可是我跟大家讲，我今年其实去了五分铺，找了很多真的羊毛的大衣。其实我很多摸到实体，我都是 pass 掉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版型不够挺。就是，但是我发给你看，你就觉得如果实品是这样子，就真的好看。哎、啊，有没有差？它是真的好看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影片的时候，它就是它的锐度就是非常的好。它是真的好看，然后有口袋。而且我们还有看 model， 它就是真的就是这样甩，还有一个颜色在这里甩，它就是这样甩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羊毛9%，它是羊绒哦，比羊毛材质更好，然后它是99%的羊绒。我跟你们讲，我都问厂商，然后这个叫手工，我知道我要拿走、嗯，这个叫手工羊绒，你帮我拿着，我要介绍。我站一下好了，好，站什么叫做手工羊绒？爸爸，我刚刚跟我写绿色椅子。好，手工羊绒就是你们看它拼接的方式。好，他们你们看哦，因为你帮我转过来，有一些大衣的后面还不见得会这样子，可是他们讲说这种叫做手工羊绒。灰色背心完售，灰色背心没了哦。好，羊绒要干洗吗？我觉得你们可以穿一个冬天。一个季度在。对对对，其实像破板娘有大衣，小姐姐有大衣，我们都是穿的一季过后，然后我们再送洗，然后送洗以后你就明年的冬天再拿回来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跟姐姐卖你的这个款式，你穿100年都不会退流行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认真跟你们讲，穿100年都不会退流行，而且我要跟你们讲哦，它这一个角可以拿掉。我刚刚在消息啊，弟弟不签了，你搞尴尬。就是这个超适合，对对对，没有超适合在韩国、欧美的那个地方穿。然后大衣还没开始，但我要跟你们讲哦，它有90%的羊绒成分，摸起来舒服，但是穿起来是真的会有感觉，可以接受到再买来，可以帮我打，可以。对，这一段我跟姐姐都有讲得非常清楚。对。非常非常清楚，你们来可以帮我打，可以。你们如果说你们有买过羊绒的话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都知道，然后它是真的是有羊毛，对羊毛成分的，但是你们自己刷。然后本娘，你帮我拿一个这个可以搭这个的，我搭这一件好不好？我用走的。你帮我拿一个颜色，杏色，应该是杏色或白色，白色，白色，它没有白色啦，它是杏色。它几色这次？你说哪一个？这里啊，我都折好，你等我一下。看，我白，它就是没有白色就对了。它本来就没有白色了。啊，那你拿一个，我们上次卖的就是那个色。对啊，黑色也可以，黑色也可以。来，几个颜色，总共是3个颜色。大一二叉 L 可以穿吗？当然可以啊 ，Kimato 当然可以。Kimato 这个名字好好听哦。对，很好听，而且它的很好哦。来，然后它这组的话很特别，它是也可以这样子弄起来的。那今天如果你大家如果想用起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披个围巾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也非常的好看？黑色要不要？黑色的话我也可以搭。都可以。黑色好了，来。这大衣很好看哦，而且小姐姐真的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卖到羊毛？很好看。嗯，我真的没有卖到羊毛羊绒，是因为我真的没有挑到好看的东西。那这组的话，真的是我跟白娘真的一致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很可以，这个、我们可以拿回来杠一下。对，来把它杠一下。而且它的翻领有没有发现，它的领片大，领片很好看，而且它一点都不会垂。版型挺就是挺，对不对？对，黑色版型挺就是挺。来，我们就要准备开标喽。说颜色的话，我再套一眼给大家看。然后等一下的话，这个颜色帮我打一下杏色哦吼。然后当有人问说是会不会是不是说什么很重吗还是什么？羊绒有重量哦，有重量哦。
来，我先跟你们讲啦，我卖一件大衣卖这个价钱，然后你拿回来如果轻到要死，那不如买轻便雨衣，那敢不？真的啊，我们卖的大衣要有磅数，要有重量，而且他说挺成这样很超过，不是超过，挺成这样很严重，超级无敌严重。他比我之前我有一些那个就是真的很大很重的大衣，他比我很重的那大衣又再轻一点点。我觉得他倒有比雷蒙球更轻，嘿，比雷蒙球再轻一点点，对，但是属于有磅数的东西哦，是属于有磅数。的东西，来脖子可以看扣起来吗？可以啊，脖子扣给大家看，多长哦？尺码好，尺码稍等一下。我现在马上量。哎，爸爸，桌上是不是有一颗量尺？你帮我拿过来。哎，它第一颗扣子是不能扣的，板娘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它这个扣子是不能扣的。没有，它就是环扣。哦，它就是环扣。我跟你们说，就算没有这一块也很好看。好，就算。而且羊毛一定要有重量，对，才会帅。然后防风嘛，我先跟你们说哦，其实羊毛你知道它就是因为会有点稍微就是有感觉，但是它就真的有羊毛成分。可是你们如果穿一件毛衣针织，你再穿羊绒外套，真的会烧。我认真是讲，真的会烧，口袋是真的啦。对，只是你们说口袋是真的，然后是剪线，不要剪布，剪线然后不要剪布。但是这个单价真的比较高，因为我拿的时候还有。你忘了给他们看一个，来破板娘今麦给恁看，我手抓，我真正当天看挂。而且它已经是来 sale 商品了，以外销去韩国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有韩国订单。我的标在哪里？来，这里，你有看过 Mark 这水不？有没有很有质感？好好看哦！你们有看到 Mark？ 你们自己看。然后我没有骗你们，来里面有没有帮你们车韩标？我们不能讲说产地是韩国，但是这一家有在出韩国单，是真的有出韩国单。来，你们帮我看一下它标签。有没有质感很好？标签质感很好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它一定是有出韩国单，它才会像帮你用这个。他们没有分尺寸，就是一个尺寸，但是它就是会做这个，因为你知道这一件到韩国档口，哎，十二万韩币是多少钱啊？超贵哦，是真的，是哎，十二十六，而且十五万起啊，厂商有讲十五万，我现在不知道汇率多少哎。真的超贵的，你们自己看了、啊，没有内没有内里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内里，没有内里，基本上它已经有棒。羊绒跟它不太有内里哈，我好像听过羊绒没有内里呢。我跟大家讲个观念，来，如果说你们不常买衣服的，羊绒是基本上是没有在做内里的，因为羊毛它本来就很保暖了，它本来就很保暖的。然后羊毛我们是真的都没有看过。如果是真的羊毛，好像没有看过有做内衬的。对，因为我也有很多高单的厂商的那个群组什么的，羊绒没有。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哦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好、哦，它的口袋有没有很精致？对，它的口袋超级无敌精致，全部都帮你做包边，容易起球不容易啦，不容易。它有羊毛成分，所以不容易哈。我已经要报价了，有问题赶快问，我已经要报价了，有问题赶快问。我先量来。尺寸板娘量完，我已经要报价钱了。然后三个颜色。对，然后如果说像小姐，哎，这个刚好可以拉出来，就是会有一个那种配色感，大家懂哈？就是黑黑黑这样子，就是会有一个配色感。嘿嘿嘿。等一下，我小标帮的这一组的话，我们也会来给大家哦。好，好，来这样，来这样子漂亮，来有美，帮我抓美。我可以抓这样子吗？大概吗？可以。肩宽44，我们抓44。肩宽要45啦，因为你刚刚量的。哦，好 ，OK。肩宽45公分。美刷美，哎、欸，你们今天答应我什么？我问的问题要干嘛？我问问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来，胸围56，胸围56，来长度。对嘛，这样才对。长度106，长度106。阿B有听到吗？来，长度106公分，肩宽45公分，胸宽56公分。我去帮你剪裤子。好 ，OK， 来哦。你怎么打？绿系可可。绿。它其实是可可绿哦，哈，啊，我们打可可就好了。蓝绿杏可可，来，小姐姐想要包色的款式哦，来，我们不啰嗦，这组我们直接来报价钱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想一下颜色有问题，来，现在询问，20秒内提上来，我等下走回来帮你们回答问题。哎，板娘嘞？板娘，板娘。来，没问题了哈 ，OK。来，90%的羊毛外销韩国的。来，店面原单的话，这个都是4-5千的羊毛大，大家有懂的话，来2万、3万的羊毛大衣都有，羊绒大衣其实羊毛大衣。
他们其实90%的，其实百货公司你们去看的话，真的20,000-30,000的真的都有。那我们今天的价格，一件小姐真的帮人家大家压价格在来5000块以内，来想要在下沙的来刷一整排响，想要下沙的帮我刷一整排的响。十件而已，很可怕哦，十件而已。这样子啊，这样，哦，扣反了。我跟大家讲哦，想要你们越多想，我就是直接折1000，再折哦，折到一个骨折哦，哈，折到一个骨折哦，好不好？折到一个骨折。来，有个颜色只有十件，好，我看到你们的诚意了，来，准备哦，来。编号是 02T， 肩宽是5，胸围56，长度106，这件要带破表娘买这个颜色。等一下你卖完这个我就拿走了。好，来，今天喽，来准备喽，来，来颜色再看一次，杏色，然后可可绿打可可，来阿斌数量给我一下，数量给我报一下，绿色21，嘿，杏色10，嘿，可可6件。好，六件而已。来准备哦，很少哦。来，编号是02T，编号是02T，今天一件。来，听好了哦。来，3580不用，3580不用哦。来准备哦，2980也不用，2980也不用。来，有喜欢的宝贝帮我刷一件，小姐压在2500块以内，2500块以内，可可六件而已啦。可可6件而已啦，来帮我刷哦，来要的宝贝直接一件帮我打一件，2280+1，手袖够长啊，那是因为我是拉这样子，你们正常袖子穿的话是 OK 的，来大家自己看一下，那是因为我故意把它做一个滚色的感觉，这样子，来哦，可可完售，那个 Cherry 没有打好哦，可可没了，哎、欸，板娘爆单哦！我跟你说，等一下我先看一下，我确定是不是报错给你，就是库存啊，应该还会再多一点点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哈。来，赶快加，裤子会卖，可会。板娘，赶快迅速来，杏色哦，该不会没有加到嘛？来，我跟大家讲，赶快。这个磅数真的很好，这个磅数真的很好，你们收到真的会超级爱我的，因为它是真的90%羊毛出韩国订单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，大家今天就是把握一下，因为我们只会有这一批，然后现在要买当然也买不到。然后羊毛的话呢，但它是可以穿好多年的，可能3年、4年、5年，所以你们不要管现在天气怎么样了，对，你们就直接带，因为好的东西。不是说有货就有货，可能明年没有羊毛，可能明年我没有卖羊毛，因为我蛮挑版型的。这个版型真的是我看了就是觉得很挺的。其实五分埔有蛮多，我有去看一些羊毛系列的，我今年真的我有看，但是我真的找不到我想要的磅数，我真的找到的那种我看到的那个羊毛都是有点，就是版型不漂亮，就是它的那个版型不利落，剪裁不利落。可是大家看一下我的羊毛，然后还有我的坠度，我的坠度都很好。什么？应该报给你的差不多，就是可可6件而已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来，可可的话只有6件哦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有人买黄色，我买黄色呢。我是打绿。哦，你是打绿。对，黄色穿起来超好看。等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可可应该有超卖6件左右。等一下我们会贴没得标的名单哦。杏、啊、色呢？等一下、哦，杏色我算一下，10件嘛，1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来零，来杏色完售哦，杏色也超卖，确定哦，对，都超卖，来拿走，怎么办？然后等一下有内封信，哎、欸這個欸，你还闷闷叫啊？我想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发空运我没什么啦，不是啦，我可以等啊，他们休息了呢，人家都回家了、啊，过年后不能帮我们寄哦，哈，可是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货运会比较早开，但是他没开。但我现在帮你问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帮我问一下。对。但是你自己年后可以等哦，你问他们。可以等啊。没有，我自己要的呢。我用语音问。我自己要买的呢。等一下哦，来赶快哦，哎、欸、把。
板娘，板娘帮大家问看看，就是，可是这个就是一定就是可能春天才会到咯。对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 OK 的话，对，我帮你们处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看，这个我真的很推，希望我客人有买到。对，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好看。对啊，绿，而且绿色很耐看，我会买绿跟 C， 因为我因为可可绿也好看，可是我可可绿，可是我可可绿的话，我家里有类似的。相信波板娘啦，这一次一定会能年后啦，我想真的，而且今年真的也有比较冷。所以你们自己看，你们自己看，这真的是他们自己模特韩国出韩国单的，真的是他们自己真的是他们自己模特拍的哦。我跟你讲，一到两斤那是。现在绿色还可以加哦，绿色。然后再来，你看绿色它穿起来多好看啊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赶快，你有问他了对不对？你有问他？欸、我问了啊哈，看他有没有回而已。对，你们看一下绿色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问到、哦、你们，先不要太快说要等，我们说不定没有办法给你们。对，因为也要等厂商回，如果厂商已经回去过年，我们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好不好？那绿色剩几件？然后绿色吗？绿色最后，没关系，先收单了。我们先问那个。这两个颜色都没了。对，等下还可以的话，我们再卖一次这样。OK 好，来，哎，我超喜欢的，哎，我真的，哎，我不想脱掉。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，我背后已经全湿了。就跟你讲，今天也是有点热。超保暖，超保暖。来哦，准备哦，来下一组哦。排看 B 字大字母 ，B 字母太空棉 T 在哪里啊？在那里。B 字母那个是韩国龙的。是哪？哦，这一组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一组是不是？来，你们要什么直接刷上来哦。来，直接 B 字母哦 ，B 字母在哪里啊？而且我跟你们讲哦，来，你借我一下好了，这一个。等一下，如果字母我知道，我拿给你、啊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们姐姐有买到，你们等一下有喊到这，我再发给他们。对对对，你们直接像这样子穿，然后直接穿牛仔裤就好了。绿色我不打，我跟大家讲，绿色我等下帮你们搭爆。好，我帮你们搭爆。来来来，那个 B 字罩是哪一件啊？在这里啊，前面吗？是哪一件啊？我刚刚有拿，但是我有挂好了。B 字，你们想要看什么？现在刷上来哦。这里，订单有问题 ，Tina， 你什么问题？你什么问题？来，我项链直接来哦，来，保真银的，来，本娘帮拿一条正常的钢，保真银的哦，哈，我们的话是 T 字扣，我们的话 T 字扣，那因为我们会换衣服什么的，我绕两圈，如果你很怕跳的人，你也可以像小姐一样绕两圈，哈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哈，这个是钢的，它其实钢，来，钢已经很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刚搭上黑色已经很漂亮了，对不对？来，保真银的亮度跟钢是不一样的哦。保真银的亮度跟钢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有发现哦？来，这个是保真银的材质，保真银的材质有厚外套吗？刚刚就是厚外套。好、哦，商品记错，询问客服，跟客服说。商品记错，跟客服说，跟我说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因为姐姐不是我跟你说，如果客服不帮你处理，你跟我讲，客服不处理，对我就是去看你的讯息，看是什么问题。对，啊，如果是商品问题，你们要先透过客服再找我，对，因为客服是帮你们处理东西的人，不会比我还要清楚。对，我反而是很少去公司的人，这样懂吼？对啊，如果客服不处理，我绝对帮你弄到好哦，有懂吼？好吧，啊，等一下客服有私讯了，但是不会马上回 ，Tina 不会马上回，等一下客服，因为我们有作业流程，这样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哈，等我们一下下，等我们一下下。来，项链03T，项链03T，来。这个项链准备哦，准备哦，来一条它就是很长很长，然后绕两次，好、哦，很长很长，然后它是绕两次这样子，这样 OK 哈、哦，不客气不客气，一定会帮你处理到好，我们做直播的哦，你绝对都是找得到人，来这样 OK， 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哈、哦，来要的我们的保证银项链，直接帮小姐刷，来超甜的哦哈、哦，一条不用500。不用490，来帮我刷，来今天要的03T，来299+1，这限量几条啊？哦，50条有了。来，03T 299，二九九，它是刷，它是可以绕2000去戴的。对。来，要03T 的帮我打03T 299+1，它是保真银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它超级无敌好搭。我们上次第一次好像卖80条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刚谁说没有加到保真银的？然后我要跟你们讲，你们过年如果要出去玩，还是走村干嘛之类的，你如果觉得你的脖子太空虚的话，你就加一条保真银的项链。对，而且我要跟你们讲哦，保真银是今年去年新的材质，去年新的材质哈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今年这个
今年啊，我不知道今年会有什么新的名词，可是它真的是去年新的名词，保真饮。然后我破板娘现在身上的也是保真饮，等一下也会一起卖。我们先知道他们自己家，然后我继续过款。好，过款来，过款。他们说韩国人的冰格纹的啦。杏色只有一件，黑色八件。来，我已经看，我已经点完了。它格纹的，格纹的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这个我去看。这不是 B 啊，应该是你那个没错。对啊，误会了。对，这只有八件哦。嗯，啊，另外一个色在哪？一件而已。哦，另外一个色一件而已。来，我直接量尺寸，我先量尺寸。那我们直接来报价钱哦。报价，你们自己去抢。来，我们家的韩国绒是有磅数的哦，是有磅数，而且是真的杭州的货。对，我们是比较就是真的是外流款的货。然后这组的话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甜甜酱。我们家的韩国绒厂商说叫抗气球。对，我们家的韩国绒的这个面料是抗。气球哦，如果你们有跟我买到那个云朵龙的话，我觉得它跟韩国龙的有点像。胸围59公分，胸围59，长度60，胸围59，长度60。它的材质就像是我们的云朵兔绒的那个料子哦。来，杏色一件，黑色六件，来，编号是04T，编号是04T。来，有喜欢的直接帮我刷，小姐姐刷。来，一件几个小姐姐给大家一个很杀的价格哦。来，帮我打我们去年韩国都是550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年帮大家再压价格。再压价格来一件，只要来480，480+1，480哦，限量的哈、哦。来，编号是04T，要打好，编号是04T，要打好。来，杏色一件，黑色六件，黑色八件哦，黑色八件哦。好，杏色一件，黑色八件，杏色完售了哈、哦。杏色我们给 Maggie， 杏色我们给 Maggie 哦哈。阿斌 Maggie 是包色哦哈 ，Maggie 给他来。然后黑色的话，最后倒数六件，黑色倒数六件哦。大马裤，接马裤有回来哦，接马裤有回来哦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04T 哦，因为我们先不穿，我先准备收单，因为数量真的没有很多。那等一下，如果说大家有我们晚一点还有数量的话，我可能再穿一次这样子 ，OK 哈。来，那我们先过款，再来继续。下一款的话，你们要什么？现在刷哦。你们要什么，我卖什么。好，你们要什么，我卖什么。哎，板娘，这个玩意是我放这边的嘞。你跟我讲。这个，给他们看一下。噔了，重磅登场！哦，好重磅哦！哇，哇，这个很强哎，这穿起来哇，好像那个哦。去机场这样哇，人家都是看你哎，是不是？来，身上上衣太空棉 ，C 外套，好 ，C 外套，来 ，C 外套来 ，C 外套几色啊？两色，对不对？白色这个多吗？嗯，来 ，C 外套来喽。我给你那个，我直接给阿兵库珠。04B 的面料厚棒韩国绒哦，厚棒的哦，不是薄的哦，有分哦，有厚跟薄的，我们是厚棒的。来，再来一组韩国绒，来，有买过我们家厚棒韩国绒的舒服，帮我刷舒服，舒服帮我刷舒服。材质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把它想成之前有买过的那个云朵兔绒，对，但韩国绒是抗气球哦，哈，韩国绒是抗气球哦。来，好可爱哦，这件我会买哦。这件，而且我跟大家讲，夏天我会把它拿来什么当外套，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得了，是不是？他说什么 ？PI 说什么？我怎么看不到留言？今天有2XL的制定款短裤哦 ，Annie。警察贝贝，请进。来，一开始的白上衣好啊。对，韩国人是重的吗？不会，他不会重。韩国人不会重，大家可以当外套哦。那我今天先不当外套哦。哈，这件尺寸多大？好，我帮大家量一下哦。来，新朋友第一次购买，一定要帮我私讯传贴图过来。两个颜色哈，来，颜色的话有这个颜色，我们打咖，这个颜色我们打杏色。OK 哈，非常的好看哦，哈，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是大件的。来哦，质感真的，你们收到一定会觉得很强，就是这样，很厉害的外流款。来，胸宽平量哦，哈，胸宽平量哦，平量54公分，胸宽平量54公分，然后有弹性哦，哈，大件的。你叫什么颜色？杏跟咖。咖。嗯。咖有40件。胸宽54，长度57，胸宽54，长度57。来，02T的话，大家稍等一下下哦，哈，稍等一下下。那个，哎，板娘，那个大衣的话，它今天会毁吗？它毁了。它毁了。
他说什么？来，你再看一下锁数的部分哦，小姐穿到空间。跟你压日期哦，没关系，不用压日期。嘿，件数嘞？板娘，你有办法？我问一下哦，你们开春后可以马上发货吗？开春你什么时候开春？但有希望哦，有希望哦。好好看哦，咖色，好好看哦，咖色。来，准备哦，好，准备哦。来，这组一样哦，后棒的哦，外流款哦。好，外流款哦，来两个颜色，杏跟咖，杏跟咖，来编号已经到了，来零五 B， 编号已经到零五 B， 质感哈，零五 T 说错了，好，零五 T， 来这个是我跟他讲一下哦，如果你们有喜欢买正韩，喜欢买百货公司的这一件，绝对是我、哦、你会有，就是你们会很满意很满意，而且甚至我觉得有超过百货公司的质感。如果这个在百货公司的话，一件的话，我觉得要大概1500块左右的材质，因为你们摸不到东西，我尽量形容给你们，好啊，我也不会浮夸。有，如果是新朋友，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家的评价，可以现在看我们家的评价，就是只有什么，来，只有舒服。好，只有舒服，然后 CP 值就这样子，而且我们的东西，来一般的批发商那种拿不到，好，这样子 OK 哦，有懂吼？来，那我们准备喽，来编号是05T， 来一件，抢颜色喽，想好了吗？我给阿兵库存了哈。好，来尺寸给了吗？给了，胸宽54，长度50，长度57嘛。阿兵是57吗？阿兵是57吗？来，要的没有口袋，没有口袋，小姐打一件只要来。499开始抢，我跟你们讲超舒服，真的超、这个相信我，收到一定是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如果别的厂商有类似的材质，都是要580以上的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比较薄，对不对？就是没，可是没有这种厚度的韩国绒哎、欸。其实这种厚度，我跟你们讲啦，包色啦，包色啦，他带来包色啦，已经给阿斌了啦。打白色的我入信哦，我要试试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我看一下40的快，赶快抢哦，40。所以咖色比较多吗？哎、欸，白色50。白色阿斌，我给你50还是51？50，然后咖色是多少？50，49、48、47、46、45、44、43、42、41、40、39、38。想要穿？来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拉一下我的安全裤，一直卡着的呀。我拉一下我的，你们赶快加上来了，韩国龙。而且你去代表刚好看到，今天你家己凭良心讲，阮到杭州会回呢。来，倒数25件杏色哦，倒数25件杏色。你帮我看，我都不知道我穿这样好不好看。超好看的，全身黑，姐姐可不可以单穿？可不可以？不外刺，超舒服的。来，要破板娘的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就叫做小香风的韩国绒。我身上颜色是打什么色？是打白色还是杏色？打杏。哦，我身上的颜色帮我打杏色。谁想要？谁想要装成贵妇的贵女？有无？你伫个外口去用看袂起贵女，你倒穿这件等于绝对。我跟你讲，你乡亲父老全部拢看你看会起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教大家搭。如果说你们下身有那个白色的那种皮裙，而且你们看奶油白下身，你们可以直接搭皮裙。然后卡色的那个太空棉裤，你比给他看。如果你们之前有跟我买这一个卡色的太空棉裤，也可以像这样子，可以直接单穿，也可以搭外套。然后再来哦，破板娘再教你们另外一种穿搭。来，你帮我拿着。好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一个加完。来，倒数两分钟，我们要先收单哦。现在有些东西有数量的话，今天就只有你们小姐姐。真的啦。可遇不可求，板娘，我们不要太久，因为晚上还有一批人，对，他们还没加完，我们先收单，好不好？晚上还有一批刚下班的，然后要来看我们家直播的，来 ，NN860227，重打，姐姐再给他们5秒钟，我的牛仔裤，帮我稍微来，我弄牛仔裤，好，弄牛仔裤，来，杏色倒数哦，杏色倒数不到20，大概20件。杏色大约倒数20件哦，来，新朋友第一次购买，帮我私讯传个贴图过来。91818，你没有打到，来打错了格式，来499加1杏，499加1杏，好，不要打杏加499啦，好吧？我不知道你要几件啊，对不对？杏499加1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里面是什么材质？后棒韩国绒 ，NN860227也没有打完整哦，小姐姐可能没有办法，就是一直提醒你们，你们大家自己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打完整，没有打完整不会入单，不，因为我们。就是格式不对的话，我们不会入单。我们家很简单，你打编号、颜色、金额加一，在留言的地方，你就自己去1元下单去结账。我们家就是这么的方便哦，不需要截图，不需要截图。那唯一的要求就是帮我们打好。
哦，除了新客人要传一个贴图过来，让我们看一下评价，我们才会帮你带货。对 ，OK， 全现货，全现货，没那里，全现货啦，相信我啦。对，整个都是韩国龙。姐姐，你跟他讲说现在没有办法开预购了。云朵兔龙这种材质，你们比较容易能想象，那你们就想象成云朵兔龙，好吧？就啊，反正就是厚棒的韩国龙。现在没有办法开预购了啦，相信我啦。我们再比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我把牛仔裤抓出来，帮你比，帮我拿这里。好，三跟浅各一、哦。我觉得两个都可以，你们看哦。如果你们单单一件 T， 然后再搭我们，哦、对对对对，带的，因为有些人你不见得会穿套装，可是你们要搭套装可以，搭鱼尾裙可以，然后要像这样子直接一件哦，来一件素白的太空面，然后一件牛仔裤，然后我再跟你们讲来牛仔裤的深浅来全部都可以来收单。等一下，对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想法。等一下你跟我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先不要玩手，我有别的搭法，我想要搭别的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想法了，今天有裤子吗？没有裤子。三二一，收。来，我等一下我有想法了。OK OK， 来，等一下可怜第二波进来的就比较飘可怜，就是应该等他没有办法抢到那么多件。对，第二波可能就抢不到，因为我们这个现货一百件，大约一百件而已。通常两个颜色快一百件哦。对，两个颜色快一百件。通常那个第二波进来的就是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了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第二组的话，我们来 DM 好不好 ？DM 可以可以可以。来，有人在等我，现在刚 C 字的 DM 的，帮我打赞，帮我打个赞。这裤子比较今天比较没有啦，齁，比较没有。欸，杏色也快要完售了呢，杏色也快要完售了啊。哪一个第一名？哪一个第一名？第一名当然是杏色啊，杏色第一名。等一下我们就好好的再搭一下咖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杏色先把它消掉，完售了。来，我跟你说啦，你那个啦，白色如果卖完的话，我还有隐藏版的啦。太少不卖哦，太少了，太少不卖、哦。因为这个是外流款的，外流款的有包边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 DM 的材质，很弹哦，很舒服，有咖啡体很舒服。要来要来，靠腰卡多还没给你抢。对啊，我就觉得，那就玩我们啥，还有一波还有一波，对，因为我都量好了哈，很弹哦，来。它这组比较特别，跟我们大家以往卖的 DM 不太一样哦。它是做这样子，它是后面是拼接衬衫布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DM， 来车工有没有很好？车工有没有很好？来，那个脸书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公开分享哦，我们公开分享一下哈。来，快要倒了哦。对，我说脸书没有公开分享的话不能买啊。真的假的啦？还那么嚣张？对。没有，就是这样子才有个性啊！我说我们脸书快要倒台了，你们没有分享的话不能买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那个原本要喊单的，他说我没有分享，那我再去分享好了。对，赶快帮我分享一下，来，现在裤子还没有过，对。想要里面太空棉裤，哎、欸，太空棉裤来，太空棉短裤，我们约九点好不好？太空棉短裤，对 ，OK， 帮我刷 OK。你有在等太空棉短裤的，帮我刷 OK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就是排九点、嗯。如果 OK 太少的话，我们就是排十点。嗯，对，这样好不好？然后 OK 又太少排十一点，然后 OK 又太少排明年。我的裤子都破了啦，对的。所以你讲的，你是讲没有他说他裤子破了是没有裤子可以穿，还是你的口袋已经破洞了？今天可以卖一款裤子吗？拜托。不行，拜托啦，好不好？2023年就开始在拜托我们啦，拜托到年底，你很累呢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不是，阿斌抓住了，那是另外一件。杏色是板娘刚身上，对对对，哎，没错没错。阿斌这边来，身上裤子数量稀少，今天应该无法。有啦，今天有裤子，有到二菜楼的裤子哦。哎，好少哦。那太空棉短裤等四天。太空想要太没有太空棉长裤，我跟你说，有啊，我身上啊。哦，你穿了衣啦、嗯！哦，那有啦，哎、欸，这个也很少，这个也很少，两个色，三个色。想看板娘的外套，我脱了呢。你刚穿什么外套？我没有穿，我就穿西字啊。哦，还是那个毛毛的，但是我没有穿上去哦，我就走了。对，我就拿着了。来 ，OK， 来，我的那个我的 DM 准备了，哎、欸，不然让你们刷，你们想要什么图案，这样比较快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我身上来组啦，来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件数都很少了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然后六，想什么？哦，他们说毛毛的啦。我每天很勤劳穿富满娘家的裤子啊，就是安尼，所以你甲穿破去对唔对？哈，你安尼甲穿破去对唔对？妈妈外套，他们毛毛的，他们是。好了，妈妈外套只有20件啦、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直接给我套。来啦，你套。男生可以穿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毛毛外套的话，然后穿牛仔裤其实很。啊、可是我们没有啊，比一下。那你帮我穿这条牛仔裤啦。就好了。没有，它有量好啊，但是没有几件，看你要不要卖啦。哦、okay.。我现在都有量好的尺寸啦、啊，我都带回家量来。好，真的啦。真的啦，爸爸有没有？我怎么不太信？真的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太认真了吧？真的啦，我真的带回家量，因为我觉得量比较仔细。好。白色短 T 会开卖吗？会，那个是制定款，那个等一下会卖，太空棉的那个都会卖。是。秦静杨梅没有来了，牛仔裤那样。
没有，四跟六超多的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四好像比较多。四是哪个啦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怎么办？哎，他们要这个哎，啊，这个好像三十件吧？这个我挑的哎，这个吗？哎，四四这个都对，你挑的哦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要给我负责哦，负责到底。对对，你要负责哦。妈妈外套几色？一色一色，妈妈外套一色。我先穿。来，先四跟六喽。我也很想要穿回家呢。好，先四哦哈。四四这个对不对？四四这个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来，毛毛外套好好看哦。来，等一下，毛毛外套姐姐也可以搭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我很适合哎，怎么办？你这毛毛外套，我今天想买好多东西，要完蛋了。已经回来了，不能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所以羊毛大衣是可以的吗？我先跟他们讲。哦，他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嘿，先看一下，它这组的话是前面有这个那个圆弧，后面有圆弧。之前我们夏天有卖到类似的这个版型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？然后第一非常舒服哦，它里面的话是穿起来是那种小抓毛的感觉，然后真的非常的弹性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弹性真的非常的好，弹性非常的好，然后一秒回弹不变形。来，我们准备了，来编号的话是多少嘞？来，大家我先量尺寸哦，好吧，我先量尺寸哦。妈妈外套很适合长靴，对啊，我下次要带长靴了，我要放一条在这边，不然那个我都会忘记。来，胸宽的部分是来63公分。我有说要让你放吗？我帮你再。先不要了，二月先不要。对啊。来，胸宽63，胸宽63，长度66，胸宽63，长度66哦。等一下哦，对，好，来胸宽63，长度66。来，我们的这一标 DM 给大家一个福利。来，编号的部分是06T，编号的部分是06T。我们今天赶火车哦，因为今天他们讲正月是农历还是国月国历？爸爸，你的公正，我觉得是国历。正月跟他农历吧，他们农历。嘿啊，寅公正月呢？哦，开春正月初八到初十。来准备哦，来这组今天要加的宝贝们来呀，一件 DM 特杀哦，来 DM 外流款哦，来390+1，超便宜，赶快390赶快抢哦，390限量大约20-30件，赶快抢。限量大约20-30件，胸宽63，长度66，没错，超舒服的，超舒服的。男生的话应该是可以穿到 M 号的男生。我跟你讲，你应该要穿这个外套，再帮我号上去一下。我跟你们说 ，DN 的东西超适合搭这个，超适合衬衫的胸。好，等一下都是哦，来来来，390，要的你自己加。那个要打编号哦。你们看姐姐搭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看？哦、看一下，对，30件。只有30件啊，变30件哈！来，赶快要06T哦！你们想要 DN 的，赶快！我跟你们讲，DN 在别家没有，你自己问他。而且他们家的东西是完全不会有小腹，也不会穿起来。而且他们家的东西不会起毛球，然后他们家的东西超级无敌耐洗的，耐洗耐洗耐洗，超洗，而且超适合耐洗的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屁股，完全不会。外套等一下也会开一标烂，外套会慢会卖。遮妹妹线哦，然后他们家的我跟他讲 DN 就是穿牛仔裤就非常好看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牛仔裤比较少一点点，但下午等下可能也会搭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這樣子。你那天好像我有牛仔裤，来。所以有两款牛仔裤卖吗？可以卖。等一下 ，DN、会贵会贵，外套好看。你弄洗的，你弄垮字边啊嘞！在卖 DN， 你们在说外套，然后在吃饭，你们在说面哈。来 ，OK 哦，来要准备收单喽。来要的宝贝们，06T 390+1，390+1，对。DN 家的东西是不是质感很好？哦、你自己讲啊，超好的，真的很好。而且你知道他们家的棉子有没有？我可以讲吗？他们家的棉子是那种摸起来就你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再来，我觉得北中南全部都可以穿，超舒服的。最后16件哦，最后16件，最后16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拉开磅数来，磅数你们觉得拉开的磅数好，帮我刷好。我这么近的镜头还有打光的灯光下来，磅数这样子来觉得有好，帮我刷好。来，我如果是你们买正价的 DN 哦，这个如果直播台在卖的话，绝对都是要590块以上哦，以上590可能还买不到。这个是我们的外流款，今天如果你有买到的话，非常恭喜你，因为 DM 不是每一场都有。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，外套不用买了。DM， 哈，我只剩下绿色，剩下颜色都没了。哦、真的假的？那个阿斌，你帮我先贴的标名单。全完了，嘿，先帮我贴。来，羊毛大衣的结果出炉喽！出炉了。啊，那我身上要留一件吗？我跟你说，没有，你先不要留，因为我应该会有抓出路。你看什么意思？啊，应该会有抓出路啦。它会少吗？会多而已，不会少。会多不会少？嗯，不会少，应该不会少。我刚刚抓可以，我不敢多抓，就是我怕会少给你。礼拜几到？礼拜三吗？我是现货呢，但是我明天、我今天到手箱没拆，明天还会再到。哎呀，所以我要抓完货才知道。来，那
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这个外套我们先贴未得标名单、哦。那如果真的我有多，因为我们现在箱子在外面还来不及拆，我们不确定。他、啊、也不知道是今天箱子还是明天箱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哦、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就是外套的部分，如果你有得标，我再另外跟你说。还是你觉得没得标，另外跟我们讲，你觉得怎样会比较好？我就先抓时间就好了啦。好好好、啊，对对，我就不要。应该是讲说，就算有多一两件，下个礼拜还是可以卖啦。就这个礼拜。不行，你要留给我一件。我知道啦，反正就是我只要抓你的货，你要先货时间，然后你要一件的话，我就是留那一件给你啦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我不对啦，我想要这个色跟细色各一件。其实我是真的买这个色，因为我超爱这个色。那我要这个色跟细色各一件哦。你今天好啊啦，不要姐妹要被冲啊回啦，我敢没钱。来一个颜色，一个颜色。那我问一下哦，那个02T，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是贴杏色跟可可色未得标的人。然后如果说你们大家，如果你们是看到你自己的名单在上面，你要改绿的话，帮我打改绿；然后不改，帮我打不改。啊，都没有打的话，我们就要另外私讯。阿斌 OK 吗？就是不改，你们就是自己，他没有打字，就是登记在写在上面，然后没有写的，你们就是去私讯他们说没得标，看要不要改绿色这样子。啊，我绿色还有几件可以改。我的那个绿色最后十七件可以改哦，吼，那我们的那个未得标名单都出来了，来有要改绿帮我打改绿，不改帮我打不改，对，现在打哦，现在打哦，没有打的话，我们就是等一下会失去。霍板娘买绿色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买绿色。这个是90%羊吗？因为绿色全身黑超好看，你让我穿一下全身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对，来，而且它里面那边很有质感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让那个我们先不报价好了，我们先让那个人家就是要改的先改，这样好不好？绿可以加吗？好、哦，90%羊毛。等一下，应该讲说我要卖这件外套，我还是要再跟你们讲一次，因为我不喜欢你们收到然后。好，那我们对对好，我们再快速展示，然后让你们加。好，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原价真的要4000-5000块的、哦。来，胸肩宽45，胸围56，长度106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真的90%手工羊绒。然后这一件我确定100%有销到韩国去，厂商跟我说这个是韩国也有的订单。刚刚姐姐有给你们内码标看的，里面真的也有韩标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它不止车韩标，它连里面。标的质感超好，对不对？嗯、真的不输百货公司那种正品的标，不输 Bra 的标。然后我要跟你们说，90%羊绒。然后你说会不会刺？会有微扎，会刺，会会会，因为就是有羊绒的成分。但来，我跟你们讲，会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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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你相信我？来，可以再我来，我自定一下哦。那我再穿一下绿。我跟你们讲，来，借我一下，借我一下，这件真的要买。我贴的是未得标名单哦，我贴的是未得标名单哦，然后我就是协助，就是可能没有得标的看要不要改色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先收掉，收掉了。对，这个我们今天原本定价是2580哦，2580哦，就是再折300块给大家。好，那我现在杏色未得标已经置顶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等下可可色未得标的话，我也会置顶一下哦，你们帮我注意一下，不改帮我打个不改，然后没有打字的我们会是私讯，因为可能刚刚第一标，可能有些人可能去上厕所或洗澡，可能不在线上。对，哎，你们要改绿，把它赶快帮我卡位改绿。来，我绿色最后15件哦，最后十五件哦，最后十五件哦。来，你们要我要加的，帮我打02T2280绿+1，02T2280绿+1，数量真的很少，今天很多人没得标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很难过，你们不懂那种感觉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件这件很好看，就觉得你们没有买到，然后我就觉得。哎，很可惜这样。对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有点数量，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在评估说，可是因为这个东西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们是外流款的东西，会跑比较慢，就是可能国外他们工厂最后压底货几件，他们原本比如说他们批发价是2800，对，那因为他们最后几件我们全部扫回来，就是可以再给我们压价格降低一点点，对，但是因为真的是我们也在顾虑说，哎，现在就是有点。怕不冷还是什么的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没有进那么多，不然其实原本厂商也是有蛮多件的，对，我就觉得蛮可惜的，对，然后对没有杏色了。来，我穿另外一种。然后我先跟他讲一下哦，02T 啊，如果说就是明天我们拆箱有多的话，我们会私讯你们这样子，然后可可色也是，这样好不好 ？OK 吼。很熟吗？来。我穿另外一种穿搭，对，姐姐一定会说哦。怎样？你跟我穿的什么不一样？没有，我穿马裤。我穿马裤。你穿马裤吗？哦，我看不出来。等一下，
你够没礼貌的咧，我真的穿马裤啊。那你站，你要站远一点。我要穿另外一种穿搭给你们看的。对。所以我才跟你们说，破板娘，我没有骗你们哦，我真的自己自留芥黄的颜色，这个你是打绿色对不对？但是我是留这个色。你们看我脚上是穿马裤，我穿一个长靴。若有杏色加一，不行哦，我们没有货不到那么远。对，我们已经、欸，你觉得有可能超过五件吗？厂商没有杏色了呢。哦，你是说我那不要啦，不要给他们加，我认真啦，因为像这种我真的没有把握就不要。啊，那没有把握应该是不会多那么多件。我跟你们讲啦，只要破板娘没有把握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让你们加，但是有把握的话，我可能可以大概抓个两三件，可是这个不要，这个先不要好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单价比较高，卖超过的话，然后又跟你们讲说，哎，我们要退款干嘛之类，我觉得会有点麻烦，所以这一件哦。你们知道黄色是韩国最好看的颜色呢，我讲真的。然后为什么我的那个这个颜色也会拿最多，是我自己本身我的客人呢、啊、也还蛮爱这个颜色。你看你看啊，来有口袋，然后你那个白 T 也可以借我。来这一个，如果你们有大学 T 的，全部都可以搭，好，全部都可以搭。大意已经没有了，好想要可可，没有。来，我身上的颜色你们有没有？明年我们有机会的话再那个啦。我没有办法、欸，这个很可惜耶，真的很可惜啊！可是我跟你说，它是特价的时候拿，正价我们两个没办法卖，啊、真的贵，是真的贵、嗯，是真的贵。来，你们自己看哦，你们一件大学 T， 然后这个也可以，我要穿，然后再来，你看我要穿什么色，随便你穿，然后再来，差不多对不对？来这一个、欸，如果你们有杏色的鞋板，你先不要穿了，菜鹅可以穿吗你先不要穿了，因为我等下要搭那个啦，我要那个要搭那个，好，菜鹅可以穿，可以。我要跟你们讲说，我要收去旁边不让姐姐卖了，你们穿不到这么时尚的，最后倒数十件了，对，你们穿不到这么时尚的，然后对，现在是长裤的，那应该是说，如果是我们进货价，然后我们卖，你们可能是要。到可能3280的话，那我们可以进100件或1000件，对。但是因为我们的是特价是有商品，不管哪个人进抓，今天我可以有特价商品，我正价姐姐跟美女刚可以塞北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正价已经拿不回来，是现在。而且今年哦、喔，是真的因为疫情很严重，我才可以捡到这个商品，不然真的啊。你知道他们就是急着清仓，然后回去过年，所以我才可以捡到这一个。刚刚比的大学 T 会卖吗？会。来，真的超时尚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件也可以抢起来。最后倒数，我手工羊毛就它的羊绒啦。我先靠旁边好了。来倒数，好，倒数10秒收单，绿色赶快加哦，02T， 因为我是想要买绿跟杏，可是杏色现在就是说没了，然后我现在绿色，反正我是包色了。这个叫做手工羊毛，而且它的那有没有拍它的翻领，它的顶子是大片的，现在有些。是小片的，我就没有那么喜欢，而且还是它的坠度是很有磅数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没有3000块真的买不到，我没有3000块真的买不到。可是我觉得它有4-5千的价值。对啊，是认真啊，是认真有4-5千的价值。来这组，来我们直接来介绍这组哦，我们直接来介绍这组。来这组的话有3个颜色哦，有白色，这个是太空棉上衣哦，然后是有磅数的太空棉，大家看一下质感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哦，然后你们大家可以近看一下，它是有这种直坑条纹理感的，是不是质感非常的好？这组的话，像小姐姐自己的话是。我去粉粉有看一些那个什么，就是批发店，像这种东西啊，光是批发价都已经是到500块左右咯，500块左右咯。几个色了？拿到几个色？3个色。到这里还有黑色。哦，还有黑色。哦，来，我们今天4个颜色，来，你们觉得板娘拿到这种菜哦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光是批发价就是500多块的话，如果是直播台卖的话，是不是一定要可能就是？500多，光是手续费就差不多要赚到3-40块了、哦，所以就是卖起来的话，至少599-600多块一定要，就是599可能也买不到这种货色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已经准备了，来，我们的颜色有黑，有没有想要看我换什么色？赶快跟小姐姐讲，有黑，有灰，有灰，男生可以穿。有白，来，男生可以穿到什么呢？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手袖它是够的，来。男生的话，我建议穿到来 M 号好不好 ？S 跟 M 号的男生，那 S 跟 M 号的男生，来墨尔边雪纺，稍等一下，可以翻开那里吗？这里吗？还是大衣？这个是太空棉，质感有没有超好的哦？有没有？妈妈有点 ，Angel， 你早点休息，你怀孕嘞？你早点休息啊！你早点休息，认真了，你认真了，你早点休息。这样石头是不是不能穿？石头我不知道，石头想要买是不是？来，石头，哎、欸，可是石头，你之前帮我穿衣服，我觉得这种你好像可以耶，我觉得这种你好像可以耶，认真的，认真的。来，这组。
来哦，胸围多少对不对？来，先赶快看一下白色，因为我又要换别的颜色了，我又要换别的颜色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360度，都非常好看。来，胸宽平量挺好啊哈，胸宽平量67，胸宽平量67。来，长度的部分64。胸宽平量67，长度64哦，哈，胸宽平量67，长度64哦。我觉得可能如果是170公分以下的话，可能也都可以到小 L 号的男生。OK， 想买泰哦，原来他想要买 Emily， 那你要睡了吗？不然把他加。我来穿灰色。阿斌帮我留一件白色。石头在买衣服，笑死，这件真的很好看的。你帮我，对，因为这个可能要换下身，换新色。黑剩这个黑还没穿。哦，剩黑还没穿，黑只有五件不用穿了，五件的也不用穿了。啊好，哎，但是我们颜色也很少嘛，还是这个60，这个30，这个10，这个5。哦，全少了。好，白色只有10件哦，白色哦，好好看哦，我的灰。而且它的灰是有很有质，它的灰很好看，对不对？你让他们看它前面的立体电绣，它这个有点像是那种可可灰。它前面的立体电绣的质感超好的。来，石头，你不要买啦！不要买啦，你太高了啦！这个我觉得你别，石头认真。你太胖了啦！石头，你太高了，因为你看我自己穿，那它会盖屁股哎！你先不要，你先冷静。你有到现场的话，有穿再说，好不好？来，这组我们准备哦。来，这组已经到了，编号多少？来，编号多少？这是你。07哦，来 ，OK， 来07T 哦，07T， 因为如果男生的话，如果180公分，我会建议至少长度要到70公分。对，这个才那个哎、欸，这个才那个哎、欸，才那个64哎、欸，好不好？看穿黑，黑色只有5件，所以班长说先等一下，先不穿，我们先比一下哈、哦，宝贝，先比一下啊，等一下如果还有数量，我们再穿哈、哦，07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07T 要的人帮小姐刷一件，很疯哦，很疯哦，来。来帮我刷，490+1，490，质感超好的，490哦，我讲真的，490灰，490黑，490白，490奶茶，奶茶哦，他们打信好，信可以啊，打信好了，你们打信好了，来白色倒数8件，76。黑色，颜色超好看的。543，哎，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吗？你们穿白色玩兽，白色玩兽，白色玩兽，你们穿情侣装，白色玩兽，相信我对不对？穿情侣装，而且男生可以穿，爸爸可以穿，男朋友可以穿，女生也可以穿。来，姐姐身上的是灰色，然后破板娘的颜色，你们帮我打，这是什么颜色？信。好，打信好，你们打信。白色，白色应该没了，白色没了，好，白色没了。我现在对白色玩兽喽。好，来，然后黑色的话，我算一下5件嘛。好，5、4、3、2，黑野玩兽。黑色玩兽，黑色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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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那个 L O N G 宝贝，你没有打到加一的一不会入单，没有打到加一的一不会入单。它的壳壳是很漂亮哦，它壳壳是很漂亮哦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质感超好的，它质感真的超好，是那种铁灰的感觉。PJ0143没有打完整，好、哦，没打到金额重打，整串重打。来，我算一下哦，我们的杏色30件而已，我看一下，大家都加灰是不是？30、29、28、27、26、25、24。来，新朋友第一次跟我们要帮我私讯传个贴图过来哦，24232221，来倒数20、20、19、18，杏色最后18、17，来杏色最后17件就完售了，杏色最后17件就完售了，来等一下没有得到的话，等一下会贴哦哈，来那个。我们的灰色目前可以持续加，还有杏色，杏色跟灰色目前大约最后各20件，这组也是出价大概100出哦，100件左右而已，100出件。杏色再给你们看一下，而且我跟你们讲哦，来杏色还可以搭什么？它是奶，它其实是奶茶色啦，奶茶啦，但是他们刚刚打杏色，对。之前姐姐它是那种奶灰奶灰哦，姐姐超好看的。姐姐现在身上是不是穿太空棉的裤子？你有盖得到屁股吗？有，就是整个盖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我要跟你们说，之前如果有跟加我们家的那个太空棉的裤子有没有？你们也可以像这样子，板娘把它勾在这边就好了。来，哎，其实一整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很美。如果你们之前有加太空棉的奶茶，然后一整很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好看。哎，等一下。
男生可以穿吗？男生可以，男生可以穿，对不对？男生可以穿，男生可以穿，男生可以穿。你看刚刚石头都想买了，石头180几呢。来，之前如果有买这件裤子的话，你们可以跟破板娘一样，你看哦，我真的超勉强，我挂在我的内衣上面。然后你们看，你们只可以直接这样穿，然后再来一件大衣就好了，我随便再套一个哦。倒数两分钟，来倒数两分钟，倒数两分钟，我们要收单了。然后等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破板娘再弄另外一个穿搭给你们看，很可恶的穿搭哦。来，姐姐，我要黑色美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我要甩一下。你们想要板娘现在这件裤子的，帮我打加一，我等一下报价。来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她全身奶也很好看，Lemon Tree的。我想说，你又给我把那个羊毛大衣拿出来，我已经拿去旁边了啦，等一下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让奶性或奶茶都是这个色，我直接帮你们入。阿斌，奶性色不行吗？现货，现货，要不要带你去看我们后面总仓？现货，黑色美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不要吗？总仓，然后地下室总仓，然后还有前面的箱子都还没拆，来你们自己看一下，哦、来你们自己看一下，大衣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说大衣，对不起，上衣可以再看一次颜色吗？好像剩这两个色、啊。我脱大衣给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姐姐，其实这样子也超好看哦，很韩系呢，韩系呢，然后你们可以先这样子，韩系呢，来。我脱下来给你们看了，来，先生，阿斌，奶茶剩最后几件，帮我讲一下。好，阿斌，你有买几件等你过年穿无？伊讲好嘞，阿斌讲好嘞，阿斌开始会讲笑话了。对，他被我们教的有点会开始讲笑话了。没错，对，要不然之前真的超安静的，我要把阿斌训练成像石头一样。啊？石头啊？没有啊。那个石头那个是派奇啊，不是啦。喂，派奇他呢？等一下，小姐身上是深灰，是深灰啊。小姐身上是深灰，深灰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只剩下，你有让我们看一下吗？我跟你们讲啦，阿斌很懂哦。来，你们帮我看，我们之前都会说，我这个是立体电绣，可是我跟你们讲，它的立体电绣很像是钢印电绣，你们发现它整个工，你们帮我看。嘿，伊刻到偌水无？我讲水的水，什么派去？无啦，无什么派去。再跟你石头，我那么想你呀！石头，你想我个屁哦、喔！哎、你想阿斌还差不多。哎喂，不认识他，不认识阿斌、啊。啊、哦，他不认识阿斌哦、喔。好 ，OK， 算了。那不然你想那个？我喊一下哦、喔，哈 ，Tina 7474应该是没有得标哦、喔。Tina 7474应该是没有得标哦、喔，哈，帮我们注意一下哦、喔。来，第一次购买，帮我私讯传个贴图过来。第一次购买，帮我私讯传个贴图过来。来，刚黄色是第一名哦。来，新手帮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是抓最后五件，好不好？黑色，等一下帮黑色，等一下帮你们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就是那个表格，对不对？黑色卖完了，对不对？对 ，Tina 没有得标 ，Tina 要不要改色？再给你们看一次 ，Tina 7474要不要改色 ？Tina 7474要不要改色？来，新手应该最后两三件了，先收单，先收了，好，再套一眼。我跟你说，套一眼。我是想要看一下新色套这个颜色，可以啦，可以。真的你过年要去玩，我也要去玩呢。哦，好收，啊，好收单了啦。阿斌，新色剩几件？不，上不出来了，上不出来了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新色，等一下哦。我们家的衣服，你们相信我啊，灰色还有啦。对，给他们看一下。灰色其实剩没几件，对不对？对。狼2280的大衣打起来了啦。Tina 打好了，可能有网差，等一下，然后更正。水嘎，嘿，水嘎。哦，来，那个大衣快没了。来，大衣又两件变起来了。你们，我跟你们说，等一下，变，我新春开春第一个就是要变是那个谁啊？然后本来刚刚拿的项链没有了嘛，那个等一下可以卖。来，新春没了，收单。还有。我刚看错了，还有现在还有几件？等一下他买的 key 应该还有一个，等一下哦，六件吧。它是真的很好看的，六件，确定六件。我自己扣一个黑跟白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儿子可以穿。来，第一次购买先帮我私讯传一个贴图过来。你儿子身高体重啊？还是要叫你儿子进来？不行，他回家了，他回家。哦，我还没注意看到他不用看了，你看爸爸跟看我就好了，然后合成，对不对？哦，爸爸，哎呀，这样很难想象。来，没有，我刚刚觉得大衣穿全身黑，穿全身白，然后穿杏色也好好看呢。来，大衣2280，杏色最后五件，给他们看一下灰，我就收单了，好不好？给他们看一下灰，灰是你身上的。哦，可是我跟你们说哦，你们赶快加，因为我怕你们等下很可怜，连灰都喊不到了。近看一下哦，它的纹理感，哇，超好的，然后坠度后棒棒数都非常的好，
谁在给我改换好，给你改，弹性这块没了。剩下的 Kimi 馒头 OK 啦，啊，照顾身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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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對對對對，来，准备哦，准备哦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OK 哦，来，有那么漂亮的东西哦，来，再来下一组，好，下来，那个礼物那麦劳皮裤，皮裤，皮裤，可以啊，好，灰色性质，赶快抢哦，没关系啦，等刚给刚刚进来的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对，今天有什么东西，对，不要说哈，都卖完了，对，我是这么想的想法。至少也要让人家那个一下，来，这个我先拿去挂旁边，去旁边挂着。来 ，OK， 好，来这一组的话呢，一位小姐先跟你们讲一下哦，毛毛外套啦，丢啦，哦，对，好，毛毛外套。我很惊讶，这组的话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它的手术的部分是，对，它是这样子接衬衫布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接衬衫布，然后它的后面的韩国绒，然后让衬衫跑出来的那个 feel， 哦，好，韩国绒，你说可以套衣服下去吗？有些人就是会里面穿一个白衬衫，那我可以直接套穿好不好？我怕长度的话，我怕，可以，我可以，好，那你套穿看。过一下衬衫是白内搭可以吗？衬衫是白内搭，我衬衫是白内搭吗？你等我一下哈。不要等，等一下，快等！我要勒毛熊公，叫你等我一下啦。来，等一下，那个零七你没有打到金额，对不对？要帮我打零七 T 信4499哈。就是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叠。是499还是499？490啊，490啊。差10块可以喝麦香奶茶，现在买不起了啦，没关系，490，因为我觉得这组的话我们要来喝老师，谢，来毛衣。那个黑色的给我，黑色的，你说黑色哪一个 ？R 的，就是它，哦，是，哦，对，剩几件，是很少，不多，因为它把上很少，对，因为刚没有穿呢，那很少，你还没有都卖完哦。哎，刚没有穿啊！等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搭衣服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……哎，我的裤子是那个马裤，我的裤子是马裤，有现货，哎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时候你们想要层次穿搭。比如说像上次我卖那种类似奶奶裤，你要上身穿灰，下身穿灰，你不能直接穿，你要叠搭一个这个东西，它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。来这样子你搭配，大家觉得厉害，帮我刷一个厉害。就是大家要有些东西小单品可以这样子搭配，那下面露出来的部分就是这种衬衫布 ，OK 吼，长裤吗？好，来，球鞋有卖吗？有。那个 DN 的，哦对啊，是 D。对，然后我身上这件的话，它是上衣哦，它是上衣，厉害哈、哦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我们来介绍太空棉的长裤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一组的话呢，大家，我觉得你们就是这样子看就好了 ，OK 哈、哦，这样子就看就好了。对，它的图你们就不用太仔细看，对，图就不用太仔细看。然后它的材质非常好，它不叫内搭，这是我们的外流款，这是我们的 DM 上衣，这个是我们的 DM 上衣，它是我们的外流款。好，来看一下它的标，这样。好，它不是内搭哦，哈，它就是一件上衣，它就是一件非常好看的上衣。来，我们这组的话，有喜欢的宝贝，我们准备了。好，胸宽的话也是哦，大约是大概64，长度66那边，然后它的后长的话大约是72公分，好，66然后72 ，OK 吼，来，然后一个颜色，然后我们的 DM 直接给大家下杀哦，来，很疯哦，来一件只要，来听好了，来哦，原价一件要700多块的哦，来。有喜欢的宝贝直接刷，来限量哦，来399加一，399限量跑哦。你是看他穿哪一件？我看图，要这个好，然后有30件，刺绣的哦，刺绣的哦，好、哦，刺绣的哦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07T，要不要分两色？随便，都 OK 啦，都 OK。来08T 哦，赶快分两几件帮我看一下哦。我现在就在。那个 XIN 没有打到08T， 不会抢得到哦。三十好，来32928272625242323222。这个太多，你知道吗？19、18、17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9、87。来，最后七件。对啦，30件。好，最后七件哦。这哪七件不要卖给我了啦？这么好看了，我要拿走了。哎，这么好看。最后七件。要打完整哦，来，新朋友第一次购买，帮我私讯传贴图过来。新朋友第一次购买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挂好啦。没有，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哎，下一组的话是你的裤子啦，开一开啦，没有几件啦，好，好不好？开一开，对。
卡色我有拿的吗？那个标标，我要标标的标标。哦，对哦，这个这个什么标标？你穿灰啦，灰色深色。来，三组是我穿裤子哦。哎，那我们尺码还有吗？裤子没有，你是说那个这个只有一个尺寸呢？那我从我量哦，量就好了，我量啦，我现在很会量了啦。我现在量到好外套好。零八 T 哦，注意一下哦，对，要打完整哦。喊单方式跟加单方式都在我们的标题点进去哦，来帮我们注意一下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变变变变变，来，对，然后再来下一组哦。阿斌好几件，宝宝。新朋友第一次购买，一定要帮我私讯传贴图过来哦。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制定款短裤，今天直播请跟好，今天直播请跟好，今天没有让你们休息的空档，今天的款没有让你们休息的空档。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可怕？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可怕？有没有？会吗？会吗？会觉得我们很可怕吗？可怕说可怕。为什么要讲我们很可怕？因为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休息啊，就是每一款都是爆款。没了吗？完售哦，三十件完售。有人没得标吗？饼。哦，没得标没关系，等一下还有很多 PN。有人没得标吗？还在查资讯。哎，我们查资讯哦，没有传过贴图过来的，我们不会入单哦，我们就会让出了哈。这个、对，等一下再给你们一组哦，这个也是。好，他们想要凯旋。你不要给他们那一组的哪一组？来裤子先了哈，哎，脱下来，你量好了，裤子还没有，裤子量很快，来这一组，哦，还有那个，好，还有这组，好，来，等一下。太多组了，来，等一下哦，先来哦。你点的呢？好，来，那个我们的爸爸 DN 他没有卖完，叫他吃下去啊。来，二，吃下去，来，吃下去。我的这个哦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的太空棉裤哦，然后它没有分来嘛，腰围三四可以拉到四四，腰围三四拉到四四，但是我不会掉腰哦。裤长一百，裤长一百都会背了。腰围三四到四四。宝宝，臀围104可以穿吧？臀围104可以穿。来，臀围44到54。好，臀围44到50，那进去都是十公分啦。臀围对对对对臀围建议104内买就好了，或105、104好了，104。来，我们这组的话已经到了09T 了，已经到了09T 了。请问07T 有没有知道改色成功？哎，大家就是以后尽量直播不要改色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其实线上很多人会加完，然后改色的话剩一件。其实改色对，有时候会我们会有点乱乱的。嗯，对啦，老师讲的呀。可以，你们以后看我直播的话。应该是说头家年一定啊差崩差落啊，哥哥你跟讲你要改差面的话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已经差崩住了，然后你跟讲我改三话差面，超好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管你话讲，伊若无摕勺子给你敲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我就不停下来确认这件事情了，好吧？啊，就是反正我觉得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对，我们今天太多东西了，对，我们就不多讲这件事情。来，我们颜色有奶茶，还有黑，有奶茶，还有黑哦。哦，库存给阿斌的哦。好，黑色应该只有十几件哦，爸爸。太空棉长裤，数量很少哦。然后奶茶16。好，数量很少哦。来，有喜欢的宝贝直接帮我穿哦。应该是那个比较好看，它很有梗，好不好？什么梗？你说它。它比较有梗，可以说这种也可以。好了，让你说。这种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来，然后这件的话编号是多少啊？09。哦，对，也可以。09T 哦，来09T 哦，09T 哦，来09T 哦，来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们这一件裤子真的要收藏，没有口袋。对，小喇叭。这个我跟姐姐我们两个卖，大概应该姐姐。这边有700-800吧。我们没有吹牛哦，巴拉巴巴巴，我们没有吹牛。其实700-800不需要吹牛啊。真的是真的有啊，是真的有。因为我们屡试不爽啊，不是啊，153会过场吗？我跟你讲，等于是落地。等于是落地，你不用改。我们有矮个，有矮个有买哦吼。然后我们这组的话呢，太空棉差有可以，差有可以，二差先不要。记得口琴键爱背。臀围，你再报一次。来，臀围44到54，腰围34到44，来，裤长100，来，我今天有没有比较集体的？有，很厉害。然后我再去背两口饭，等一下会更厉害。来，我去背两口饭。来，准备哦，来，这一组有喜
欢的宝贝，直接帮小姐姐打一件的话是来09T， 09T 来不用690，不用890，我们那个什么 IG 广告款哦，890。来，今天一件只要多少？来帮我刷499+1，没有口袋，499+1没有口袋。黑跟奶茶，黑跟奶茶打好，黑跟奶茶。然后07T 我们刚只有念哦，哈，我们07T 的部分只有 Tina 7474没有得标。只有 Tina 7474没有得标，这个是我们的07T 哦，只有黑色一位没有得标哈，只有一位。仓库我买三件了，我穿下来了，谢谢 G116 哈，谢谢你。这个是最后我们请厂商再拉一块布做的，因为 它真的已经没货了。然后哎，板娘黑色，阿斌黑色，你说几件？黑色11。好，黑色完送，裤子黑色完送，裤子黑色完送。裤子黑色完售，来没了，黑色完售，对，黑色十大概十几件啊，我看一下我们那边有没有。哎，两块光棉裤号你有备吗？05哦，他之前的也都是吗？哪部分没有五十九？所以他货号没有变，没有变啊。阿斌，你先帮我查一下，我们那边有没有人没结账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应该是超卖了，来再来哦。来，我们准备下一组。来，我们的编号已经到了10T了。来，对，哎，还是麻袋，请到凯旋们，凯旋们直接来好了。DM 的，因为刚 DM 完售了，再来一组给你们补偿一下，因为刚三十件而已，我们再来一组。对。哎，谢谢我们哦，老同学都会帮小姐姐做回复哦，哈，啊，新朋友有问题可以问上来，我们的老同学都会帮我打字，这样我就不用一直上喉咙一直讲话了哈。哎，拿错组了，我的凯旋们呢？这样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为什么要等一下卖？我去点裤子好不好？好，我先卖凯旋们。先卖凯旋们好了。来要里面是有小抓毛的材质哦，我里面要有小抓毛的材质哦 ，DM 的，哎、欸，他当我的那个奶茶的鞋子，这样子一整套好奶哦，我好奶茶人。我多高体重？灰色毛衣还没有报价，还有拼接的 DM 吗？有啊有啊，就是第一款 C。谢谢 G116给我们推荐，赞。上衣还没有报价钱哦，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大家。这件大家有买到吗？之前有买到的，我帮小姐讲一下，因为我真的给大家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。我们的毛衣这个系列是出韩国订单的，然后韩国他们一件的话真的是卖到800-900，我真的给大家的价格非常便宜，而且它很舒服，它是那种厚棒，像包心纱那种兔绒包心纱那种材质。对，有没有人收到了帮我刷一下这个，你们觉得舒服帮我讲一下舒服。那你们如果想看的人帮我刷加一，很多的话我们就排下一组，加一很多的话我们就排下一组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不会一直卖一样的东西，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老顾客有买到要回购的。对，所以我就是再来一次。有一些是说什么同事看到想要买，有些说家人把他的那件抢走了，他包色可是家人抢走了什么的，就是很多。但是就是这个真的是帮我们做服务，再帮你们叫回来一批哦，买三件。好，有想看的就是刷哦。如果加一超过30个，我们30位我们就来，因为它有很多颜色，我们还要介绍，所以没有想够多想要，我们就是排下一标，这样子才不会说，哎、欸，等一下你们其实没有想看，我们硬要介绍这样子，懂吼？对，来，我的脸是矮个子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本人蛮高的、啊。然后我的脸是那个高个子的脸，然后我本人很矮。对，板娘是148公分，哦，板娘是148公分。来，我这张裤子正在加单中哦，吼，来你们赶快，来这组的话哦，我的上衣已
样哦，它是做开叉圆弧，不会显屁屁的，也不会有小腹的哦，因为它有做开叉，而且它的磅数是挺板，然后它超级无敌弹的哦，然后它的扎实度来非常的好，很扎实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大家我拉那么开，很扎实，一秒回弹不变形。来，准备报价钱。来，编号的话是，来准备哦。阿斌，你知道编号吗？十哦。来，十 T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有梦，做个梦，然后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阿斌他们说我都不记编号，哈哈哈哈，笑死。十吗？十一吧，十哦，十好，十 T。来，胸宽的部分哦，来，胸宽五十八，长度六十哦，它比较长哎，胸宽五十八，长度六十八，有哦，等屁股盖下来了，胸宽五十八，长度六十八公分，来，非常好看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这组直接来。来，如果你是矮个子，你说哦，真的手袖比较太长还是什么，就我们可以反折哦，我们可以反折哦。来，这组的话有喜欢的话直接帮我打。来，十 T 哦哈，来，我的零九 T 已经黑色完售了哈。来，一样哦，超甜哦 ，DM 哦，来要的398+1，大件的哦，长的哦。里面的话材质的话是很亲肤的小抓毛，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来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这是我们的十 T， 来等一下，来准备哦，32928272625249，来倒数24件哦，倒数24件哦，来这个我们售完为止哦。哦，如果件啊，凯旋们啊，如果说30件吗？30件嘛。你全长那么够呢？哎、欸，不是30件哦，我都是看你身上的。哦、对啊，对对对，等一下没有，好，赶快看一下，看几件。那个土太多、哦，所以不是30件哦。是这个吗？好，那是30件。哦，好险，30件给大家加哦。对，然后大家因为还有我自己的话，我喜欢就是小小的抓一，你们大家也可以这样子抓一角，很有型哦。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再搭衬衫，衬衫也可以搭着，就是我觉得。衬衫可以搭里面，然后露出一点衬衫，但也很好看哈、哦，就是衬衫领这样子也非常的好看。来，赶快哦，这个是我们的编号十 T 398+1，有30件给大家，来赶快，我要进行下一组了。大家，我要卖毛衣了哦。好，在干嘛？刚有人说大衣不知道怎么搭，来，我再搭一组。哎，我们球鞋的话，我下礼拜六再去工作室再卖大家，好不好？球鞋，但是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你们不会搭，我刚好搭白色，有杏色可以搭。白色、杏色、连燕麦色都可以驾驭。那我觉得这组的话是它手袖可以这样子，就是拉出来。它正常穿的话是这样哦，正常穿的话是这样，就是它是正常的手袖。那大家如果想要像我自己穿大衣，我就会想要有点这种滚色感，这样我觉得走在路上就是很好看。这种滚色感，如果你们喜欢滚色感，就可以把手袖这样拉起来，或者是你要骑车或者是什么，就是它是有个这样子的设计。那我觉得我们的家这组最厉害的一个特色呢是什么？来，它最好看、最厉害的特色是它手袖其实一点都不会勒，有没有发现？我手袖光圈很多，然后再来第一个是它的版型，第二个是它的材质。那这组的话真的是我们的大爆款，就是我们每次上菜都有全部完售的。如果是新朋友没有买过的，来这组一定要把握一下。有人说不知道有没有得标吗？还是什么？穿这件搭千鸟格披肩，那个09T 黑色哦。等一下哦，阿B，你黑色那个太空棉裤贴一下哦吼。然后你贴的时候顺便说奶茶还有几件，看有没有标换，这样好不好？来 ，OK。然后我现在这组的话，我现在穿的颜色呢，我先讲一下颜色。我有黑，我有绿。绿磅数很好哦，大家看我拿的手感就知道了。你再来拿一件，还有灰，是几色？这里呢？这里。哎、欸，对，
都有。这里刚刚是，我在外面点，我去地下室点哈，等我一下哈。子健，灰是杏色，灰好像有36，嘿，灰有35，大概是再来是杏，是吗？我去地下室点哈。哎，猫猫哦。等一下，我跟他讲，这个材质会滑哦，就是很舒服，就是会滑掉的那一种。然后我的哦，超美的黄，大家想要看我穿什么色，帮我刷，杏色、黄色、黑色、绿色，棒出很好，材质又很好哦，然后非常的亲肤，非常的亲肤。如果你不认识我的人，可以先去看我们的评价。好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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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我卖的东西就是非常的舒服，因为比较皮肤比较敏感，我比较重视这一个。我是真的每个厂商我去，我跟他们讲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会吃，他们就会跟我讲说没有人讲过，我们已经卖了1000多件，每个厂商都对我讲过这句话。然后他们说你皮肤真的很敏感，我说对，我皮肤真的很敏感。好，没有橘啊，它算是黄哦，它算是黄。来，所以如果你皮肤敏感，可以先帮我点关注了。圆形 logo， Rina， 你这样讲我不知道哪一组，对，你这样讲我不知道哪一组，对，是不是 LIN？ 我这组真的超高的询问度哦。然后灰是新的颜色，就是之前大家都没有买过的颜色，之前大家没有买过的颜色。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可遇不可求啦，因为其实这个是真的，我们跟韩国在抢订单。那时候我们跟工厂说我们要交1000件，他说韩国要先压走500件，说他要先出轨韩国，因为韩国的订单他都还没有出。那我们就是被货就被韩国抢去了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是出韩国单的。颜色啊，我直接爆，因为我怕我们讲的颜色不一样。来，你看吧，韩黄来。黄色有8件，好，杏，杏色有18件，黑色有10件，好，灰35件，绿色8+15多少？23吧，对，23啊，讲错，不是9件，9件，9件，好，九，这个才23，你身上验，这个才验23，哦，这是23，然后对啊，8+15=23嘛，我就确认一下，23，二三。九，然后35，然后四，然后十八，好了， okay， 好，那数量很少。对，09T 没有黑，可以，你们就是美德标都可以改色，那你们帮我打09T 美德标改系，09T 美德标改系，好，然后杏色18，绿色9件。哦，费雪你超快的哎，天哪！拿起我，那你黑色10件，然后它另外一个颜色是打黄哦，来黄8件，35件，灰是新色吼，数量都不多了吼，要不要帮你量尺寸？等一下哦，要。好，那我走，来 ，OK， 那等一下，没量好。那啊，我跟大家讲哦，09。感性好。这组的话，它直接搭喇叭裤就好了。然后它的杏是那种甜甜的、那种甜杏仁的那种颜色，材质是真的就是会鼓溜进去的那一种哦。然后这个颜色就是刚刚板娘一直叫我要搭这个色，给大家看一下大衣的部分。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原本要搭这个色，但是没有穿到。然后我自己习惯这样，就因为很舒服，你就想要。整件都这样子，大家懂意思吧？就是想要套进去。那这组如果大家要穿的话，说没有了哈。对，这个就是没有就没有了，完售就完售。然后这种的话，大家就是一定要搭一个，就是那种高腰大衣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要搭一个高腰哦，一定要搭一个，帮我搭一个高腰系列哦，吼。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超级好看？好，是超级好看。来，然后我们准备喽。来，这组的话，这个颜色是杏色，它的杏色实体是有点点带黄色调的哦。然后这组的磅数非常的好，那我们直接来报价钱了。来，编号的话已经到了12T 了，是12吗？还是13？12吧？11T 吗？啊，怎么有人在打11T？ 哦，有人在脱家哦。好，来哦，我看一下价钱。
你有货号吗？有啊。哎，我跟你讲。来，准备好了哦，非常亲肤的哦，而且我觉得这种毛衣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种毛衣的材质比较好哦。虽然人家说，哎，毛衣都会起毛球什么，可是我觉得它这种材质是比较不容易起毛球的。它的扎束它很扎实，它很扎实，然后它的织度，它的织数比较高，它的织数比较高。那韩国的话，一件是卖800-900块，我不确定是多少，但是因为他们。工厂有讲，那我也不会特别去记人家价格啦。对，就是大概跟大家讲，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质感的价位会在哪边。那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小姐姐有喜欢的，你们都帮我打，编号是11T480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阿斌，抱歉，我忘记等你了。来，燕麦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加燕麦，黄色、绿色、黑色，然后灰色这样。OK， 灰色是新色，那有个小标标，完蛋了，不然嘞，来，等一下哦，你们先加，没有，阿彪我有很多个，你多看一下，好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给他们那个啦，他们已经加了哦，还有，等一下有，对哦，是吧？好 ，OK， 来，黑色只有19877654 3，可以210，来黑色完售，好、哦，有可以加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因为刚刚没有不确定，好，黑色完售喽，好，来黄色最后六件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黄色也准备了，黄色也很少，来黄色最后六件了什么的，那我迅速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每个颜色自己把握一下，因为真的都没有很多。然后绿色也差不多，黄色应该可能最后5件6件，然后绿色也是差不多5件6件的数量，就是比较少一点点。好，然后我身上目前的话是杏色，这个颜色很有质感哦，赶快加。身上裤子的话，我们已经过标了，现在先不报价，再全部套一次给大家看。灰色，对，灰色，来，然后再来哦，绿色，大家赶快挑哦，这样子，灰色，这个料子是完全不会哦，你有小腹，或者是你屁股比较肉，它是真的是传说中的不显胖的针织，然后真的非常，如果客人是说他朋友看到想买，他家人看到把衣服抢走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一件，那你们就要知道它的显瘦程度是多好，而且它一点都不会紧肉肉哦，你们最肉的地方一定是这一块哦，它完全胸宽是做到大胸宽，然后它也不会勒，它也不会太紧太小，完全不会，而且它坑条很漂亮，它坑条不要手袖又做那么长，手袖看起来长就是会显瘦哦，比例拉长就是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瘦哦。那我们这个是11T 哦，颜色赶快想一下什么颜色？对，灰色是青色，绿色我套了吗？绿色我套了吗？好像套了没啊？那我腿真是搞合位呢。绿色我套了吗？这样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黄，是我们的黄哦，吼、哦，这是我们的黄。身上裤子等一下下，我不确定什么意思哎、欸，哦，可能没有哦，没有，就这组 ，L I F 帮我重打哦，没有打到金额哦。来，新朋友第一次购买，帮我私讯，然后传一个贴图过来。来，我的黄色快没了，然后黑色完售，绿色、黄色快完售，然后燕麦的话就差不多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收单，吼。这个我们之前是每一色各100件，这次数量少得可怕，少得可怜。对啊，大家自己把握一下，吼、哦，把握一下。来，然后再来，我们要进行下一组喽，吼、哦，标标已经过喽。来，赶快哦，11T480绿，480，哎，我都没有量尺寸，你们在那边加的那么开心哦。尺寸补一下，但差确定是差了，我穿好看的哦。
你们现在很越来越信任我了，越来越信任我。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胸宽62公分平量，你们自己知道这个布料给大家做的做多大多大件。好，胸宽62，所以为什么屁股不会显肉肉？为什么屁股不会显？屁股看起来根本就是平的，屁股看起来根本就是平的。来，阿斌胸宽62，长度64哈。嗯，然后那个到标标的地方，然后到开叉的地方，我在两个到开叉的地方哦。到开叉的地方是47，这样47公分，要穿一下中高腰的裤子哦。大家如果穿这种啊，你们大家想要这样子，就是。想要扎一半也是可以的 ，OK 好，想要扎一半也是可以的。穿绿，我刚没有穿绿吗？我刚没有穿绿，好，我穿一个绿哦哈。绿应该快没了。来，我穿绿就收单。这样好。来哦，然后我的项链我要先收单了，我要把它换掉了。这个是我们的保真银项链，因为刚才有人敲完板娘那一组，那我去戴板娘那一组，因为他一直跑来跑去，他要帮你们算数量，就没有办法一直给大家看。对，那我就是先，对，我先穿绿，绿在我身上，真的超轻肤哦，哼，超轻肤的。我跟这种其实这种毛衣市面上真的比较难找到，现在胸宽又这么大哦，这组有喜欢的宝贝们，这个我超推荐的，因为这个是爆单回购款哦。然后我的项链是保真银的哦，戴起来来，它是戴起来像双层链，那是 T 字扣哦，有喜欢的宝贝帮我打来，我要去换下一组项链喽。哎，板娘啊，那个你的项链那个可以给我戴吗？他们刚刚不是有敲完那个。对对对，我要把这条收掉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是我们的保真银项链。等一下哦，编号是03T 02991，03T 299+1哦，吼，这个是都是现货。保真银哦，这个叫贵妇绿哦。对，03哦。这个啦，你是不是要戴这个？对对对，这个是我们的03T。没关系啦，来，我超爱这一条的好不好？等一下哦。连讲你拢唔笨啊，讲甲你拢吹手拍散。等一下，我都教小姐姐成语，然后她都没听过。成语的成语，哎、欸，我在教你成长呢，对不对？我在教小姐姐成长了。欸、你头发怎么勾进去的？太厉害了吧！你的头发厉害，好。我刚刚有戴这一条吗？有吧？他们不是点吗？哎、欸，其实我忘记了。太丑了。等一下。瞬间一秒，刚刚去前面骂完客人，有没有来这边整个脑袋荡掉？你骂客人干嘛？来，我跟你们说，小姐姐对你们很好哦，我都是很会开枪的呢。Hi CT， 哦哟，阿斌那个啦，有贴了，那个有贴了。来，你是身上项链吧？没有，我还在爆刚刚那一条。对，身上项链还没有爆，身上项链还没有爆。哦，你考皮干啦？啊，等一下，再给我看一次，我要收单了。要不要帮你穿哪个色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啦，都卖完了吗？没有啊。你看，等一下、欸，我们还有第二轮、欸，又在塞我的帽子上干嘛？我还有第二轮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要戴的，你给我塞那里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，我塞到下面、喔。我帮他帽子给我塞在，没有啦，我怎么戴啊？没有啦，等一下我头发掉光光。那可以看一下、喔、屁股不会显，对。这件要买啦，我讲真的啦，超舒服。哎、欸，我在后面短裤，看后面短裤拿出来。對對對對啊，对啊，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有塞一点肚肚哦，都是完全没有发现。是完全没有发现，不要叫他登短啦，我听不懂啦，我听不懂什么意思。没有，他讲台语超好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屁咧，哪有？身上多少钱，姐姐？然后，哎，我置顶一下。好，置顶。阿斌，绿色还有几件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数量、欸。你们没有加灰色哦，灰色有没有加爆？我来加灰色给他们看。我就不相信买不出。好。还有6件。绿色做好6件哦。好，你们看你们这样子多可爱啊，瘦瘦这样子多好看啊，拍照这样子多好看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超级好看的？赶快哦，绿色最后6件，进来刚进来想看杏色，好啊。那我就是哎、欸，
板娘去哪里了？那我的杏色嘞？你把全部抱走了？哦哦哦哦。我抱他干嘛？好。再停留一下下哦，要不要？对。来，垃圾车来了，要把姐姐丢掉了哦。为什么？请多看她两眼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他其实脖子真的好舒服哦。对啊，超舒服的。脖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脖子真的超舒服的。我身上这条还没有爆叫哦，我刚爆的是刚那一条收单的哦，吼。然后这个是另外一条。而且你们知道，姐姐身上这一件是他已经跟我吵了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？然后他刚刚一来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的那一款拿出来了，快点啦，因为客人都一直吵着要那一件。啊，谁有吵没有买的啊？哈，只在那边吵地皮哈，哈，啊，没人买。然后没有跟我喊的啊，哈，谁吵的、啊？”过年前送了，现在几号啊？过年前哦，过年前。其实我跟你们说啊，差不多现货呢，差不多那个时候啦，对，差不多那个时候。但是我不想要压时间了啦，因为现在上个礼拜还可以说过年前可以，现在就比较接近了。因为有时候怕物流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上下货也很多、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物流我们就比较无法确定。然后应该是讲说，就算姐姐他们当天把他当下帮你们出货，可是你要看物流的配送。你知道超商现在货真的都很多。但我跟你们说，刚刚破板娘已经跑去地下室就外面点，就代表我们都是现货，我们没有预购。今麦个预购不是过年前啊，今麦预购客人爱元宵后啊，我敢洗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然后再来外套有卖吗？有毛毛外套好，毛毛外套来了。哎、欸，新色哎，阿、欸、冰灰色加几件？因为我要脱了。好，好羞。那还有几件？十二件。灰色剩最后十二件。哎、欸，有人燕麦没得标呢。哦，真的。等一下，不是板娘，哎、欸，燕麦是不是上错了、啊？哦，你们是上，等一下哦，我燕麦说二十几，对不对？對啊，阿斌你上几件？阿斌你们那里上绿色好了啦，你们上红色我会看错。那个有个，听说对，灰色剩十二件，灰色是之前你们都没有买的颜色。然后来，你那个灰色的那个大衣，你叫我留给你的那件，你知道吼？你要离开之前交代我的那件灰黑色大衣。哦，要。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微笑提好啊。我身上的外套是羊，就是拍羊毛羊绒的，比较贵哦，吼，原价要四五千块。对，可是姐姐这个是半价。对，给你们半价，零二 T， 然后这个是2280+1。肩宽45，胸宽56，长度106。哦，我其实真的觉得这组真的非常漂亮，而且它搭起来这样子。对啊，大家刚刚有没有搭杏色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爱们直接加就好了，因为数量真的也不多。我另外两个颜色都很多人没得标，超卖太多。超卖太多，对。这样子，如果你们有买灰色的，你们看哦。如果你们有买灰色的，但是你们可以也是可以穿我身上这个开叉的，然后底下你们可以搭马裤，然后再来你们，我跟你们，我想真的，你们可以搭长靴，然后搭黑色的长版大衣，整个漂亮哦。好了，毛毛外套，你管，这个毛毛外套，你可能真的很喜欢毛毛外套哦，你可能很寒的款哦，但是，好、哦，可能很寒的款哦，好、哦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有买灰色的这一件，你们可以等一下马裤也会来标，马裤有现货。可以搭马裤，然后也可以搭我身上的长版外套。然后我要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自己有黑色外套、黑色大衣什么，全部都可以搭。再来就一条围巾也可以，因为其实我认真觉得，我觉得过年好像真的会冷，是真的会冷啊。因为我觉得今年是算比较后面冷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过年绿色大衣要买啦！哎，原价四五千块的，我们现在才卖你们，真的是比半价还要便宜呢。对。而且它是真的90%的羊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没有啦，90%的。对，口气不错。开口吼，你爱开口的台语咩啊讲？开口吼，系啊。我开你要来讲收销呢？过年会冷哦、喔，会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过年会冷呐、啊。因为今年冷比较慢。真的是，而且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比去年还要冷。哎、欸，我都没有再拿碳纳出来搞，我给你摕碳纳出来搞，然后宝宝都要困的时候，用伊这边的脚去捂我的脚，你敢知？我真的要站落。进来啦，来 ，OK。啊，下一组喽！你们要你们自己加，要下一组的。那大家，哎、欸，
那个阿斌，那绿色大衣剩几件、啊？应该是差不多，差不多了，七件左右、哦。对对对，我还要再打你留着，我还要卖那个知道啦，那个什么羊那个银狐龙的那个蕾丝的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再来一组哦。来，刚刚不是有人说，哎呀，他没有衬衫系列。来，这个就是衬衫系，它的话是棉质拼接衬衫，很特别哦，吼，很特别。来，然后我们这组的话呢是来 C 字的。哎，板娘，那个你说太空棉短裤，我的尺寸给我一件。有，等我一下哈。好，来，然后刚刚有人说，哎，小姐的裤子还能不能加？来，这组的话，阿斌编号是什么？太空棉裤子。我先去拿那个短裤给你。零九哈，来零九 T 四九九加一，最后六件哦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边太空棉的，来我们的尺码的部分是腰围34到不知道多少，然后臀围的话是44到54，然后长度100公分，对，然后是差了可以穿哦。太好看了吧，真的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觉得你太会搭了。不是，我说这件大衣的颜色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它真的是不挑色呢。哎，你这件牛仔裤也太好看了吧！它是爱心的扣扣，好特别，好特别哦。然后等一下我先去拿那个短裤，太空棉短裤。哎，另外一套快没了，哎，被秒杀了哎。反正你刚把 B 拿起来，他们就秒杀。哎，他们没有加 B， 是加外套。没有，他们是加外套，对他们加。可是那件质感，哎，我跟你们说那件质感，哎，那个打要绿色外套的。对啊，我自己是包。而且我真的，我认真觉得它很挺，它是真的很挺。哎、欸，那个 R 在哪里啊？ R 在这里，刚刚戴好好看啊。R 在这里，然后再这样子帽子戴上去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还要再戴帽子哦。对啊，你们都不懂，哎呀。哎、欸，毛衣呢？毛衣在这里啊，外套这里面。哦哦，没，我先把太空棉裤夹这个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那样搭瞬间就是好看哎、欸。嗯，瞬间哦，哪一瞬间？你跟我说哪一瞬间？刚刚几点几分的哪一瞬间？对。不用，也不用，不，没关系啊。应该不用戴颜色了，因为剩一个颜色了。对对对，我们直接剩一个颜色了。好看对不对？帮你们再搭一下牛仔裤哦，搭牛仔裤哦。牛仔裤有两尺寸，但是尺寸很少哦。而且你们要一件就是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只要你穿速T牛仔裤、布鞋可以驾驭的东西，不用担心，懂吗？西式T还没有卖，后面那件奶茶还没有。哎，奶茶已经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，卖了。有这种牛仔裤。B 哦，后面那件我先藏起来好了。你们要什么？你们想要什么？跟我讲。哎，90%的羊毛不是每一件都那么挺哎、欸。其实我真的，它磅数真的很好。这个真的是外流款哦，不然你们收到保证3000以上的质感，保证保证保证。嗯，外套还可以加哦。外套是那个啊，外套是02T2280+1，02T2280+1。他们要 B， 你身上哦，等一下 B， OK。这快完售了、哦、B 的话是厚棒的韩国绒哦，厚棒韩国绒哦，不是薄的哦，是有棒数的哦，吼，跟薄的那种系列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来，我的身上是04T， 胸宽59，长度60，来，帮我打04T480+1，04T480+1，最后六件08T480+1，对外套赶快加上来，外套赶快加上来哦，外套是02T， 拿我的。对，0204